哎、欸，他没来、啊、他哦，他来了，他压秒，他压秒，哦，压秒压秒，开了开了，压秒，你是不是刚刚在睡觉？开了开了啊，开了，八点啦，最离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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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到底是文言文的部分。啊，今天只有第一场会是用这个，那也是因为它有特别的材质包啦，呱呱文言文资料包，好像怪怪的，我们就第一场装啊，它强制让我们要学文言文啊，然后呢，它还会强制让我们这一场会有一点点的小特别哦，啊，我们的装备特别的 beautiful， 哦，可以来我们的初始物资看看。哦好可爱哦，人套，哎呦，哇，有够霸气！那个铲子好可爱哦，真的啊，那个好像斧头是不是红色的啊？西瓜冰，西瓜剑，西瓜剑，它还有另外两个啊，我都放好了，很够气耶！哦，挖皮的，啊，谁偷放空？那个弓看起来像是没吃干净，对啊，剩下一点点没吃完，可爱。你说那个红色就会有这个西瓜神装，好不好？哇！那其实除了斧头是木斧以外，其他都是铁啊，都很好用。哦、我就觉得斧头是红色的，很棒啊。哦，真的耶，对，真的耶，西瓜斧。那也可以称为红色的斧头，不行，红色西瓜斧、西瓜斧、水果斧。哇，那个穿上装好好笑、哦，好可爱耶、欸！西瓜帽，那铲子超可爱的，好多玩哦，铲子看起来很好吃，真的。绿友，哎，你这样子在草丛中完全看不到你耶，哇，直接隐形呢，直接隐形起来了，超级超级蠢。啊，就这样，就这样。哎、欸，谁还没到、啊？没到的举手。哇，那个巧克力，哦、为什么你们看得到绿色？为什么看是铁装啊？因为你就不是没做材质包。哦，哪里啊？那你问一点七点一，我爆料哦，我就跟他们讲一点一七，然后给材质包给 IP， 然后米菲就问啊，一点一七点一吗？哦，一七哦，都给了材质包，你们怎么是铁装？怎么我看不到？怎么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你当然看不到，你又没装。装，有，没事没事没事，有了，这样就有了。啊、就一场，等一下一场再可以拿掉。我想一直套用，我也想一直套用。巧克力好棒哦，好可爱。巧克力钻在哪里啊？对，哇。那刚刚是谁还没到？嗯，我不到了。你到了？到了。到谁？我的那个。哎、欸。哎、欸。哎、欸。四。六七八九十，哦，谁是多的？谁是多的？你输，完了，他是吃到你口水了。哇，输不进了！赶快 DC 他，赶快 DC 他，下，赶快 DC 一下。啊！我发现我没有问到他。啊！已经预判他会来了。哇！巧克力等你很久呢，搞不好他现在还在等啊，巧克力到底什么时候在密我？我今天有要来找我吗？他其实忘记了。我今天可以去玩吗？今天可以去玩吗？好想进来，我想玩那个西瓜牌。我想穿那西瓜套装。我想穿西瓜裙套不？好多 OS 哦。啊，对耶，那我换一下。姐，我问了一堆，就没问到，然后我直接把他加了。然后就把他加进那个。直接加他。直接加。苏啊！苏不见了。他被炸鱼了，酥酥脆脆。我打给他。call 一下。请问您现在有空吗？请问您现在有空吗？请问您今天是否来此共戏否？哈哈，来此共戏否？
来此共叙佛。哎、欸，他有这个哎、欸。没有啊，这是来玩了就要来此共叙啊。变问句不是要后面加一个佛吗？南瓜是金的。哎、欸，啊、哦，好可爱哦。哦。哎呀，南瓜。你干嘛哎呀？哎，你知道我刚在找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彩蛋之类的，结果没有。对啊，斧头类的。他斧头也是红色的、啊，没事啊。对啊。他是他红色错边了。他的这个是这个哎、欸。哇。他的图腾是这个哎、欸。蛋蛋哦。有人有迪叔的电话吗？我找不到。姐妹花有吗？没有，没有啊。我有，我好像有 LINE。哦，应该会有啊。居然，嘿，你说阿发竟然有 LINE？ 想不到吧？我找找看。哇，经纪人都是假的，熊猫团团、欸。我没有，我有啊。嗯，你看，你看，你看。你现在又不是经纪人了，是不是？没有啊，经纪人是只管公事啊，私事我不管啊。私事你不管，问到我只管有钱的部分啊。还有什么？起立 ，How old are you？ 雪莉 ，Sherry，How old are you？ 完了，他已经躲在棉被里，哭哭哭。先哭了。你是抱着你的没有，我在试试看。我可以玩，想玩。看他的剑是什么样子。今天不知道怎么一个剑。哎、欸，他平常不行，他也会自己先说。啊，是啊，有真的假的？他今天没有说不行，代表他应该就是可以。我就想说可以，可是他一直没有接受到邀约。哇，猪没有接我电话，还是他睡着了？那他不在睡觉、啊，今天太累了。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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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那这样怎么办？你、欸、靠！尖叫了，尖叫羊！喂，有声音吗？我 OBS 自己给我换麦克风啦，白痴哦、喔！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的话打。不是有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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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话是广告。等下迪叔就出现了。我、哦、有了，我跟本机说，如果输来了，你就要走。我残忍了，哎呀，本机太残忍了吧！我对不起，我的错。哎呀哎呀，叔叔等他五分钟。啊！你看。他可能睡着，迪叔一定就在那边偷听，听到这一句有没有说？哎，本机会不会？哎，我现在可以了，我好了，哇！他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有吗？我在等这一刻。哎，终于要想到我了，是不是？没事没事，我出场的时候，这个摆着那边翘着有没有呢？嘴上叼着棒棒糖啊。我说早不会啊，我再回啊，早上不会是不是？我可以了，我可以了。哇，我就知道你难做人呢、欸，我的天哪！哇，敢不救我吗？啊，那我就让你尝尝看我的厉害。这是不是你教他的、啊？谁啊？你啊？我觉得他很有用。对啊，你姐妹花哎、欸，你是不是教他这些东西啊？哇，姐妹花也都是你们乱凑的。哇，现在在撇清哦，来，哇，想跟人家联动哎，对啊，你们该想衣服了，那我们要贴贴，舔舔，贴贴，贴贴，贴贴哦，我要贴贴贴的，吓死啊，贴贴，干嘛？听起来怪怪的，听起来怪怪的，南瓜是金装啊，南瓜是金装，金装，金装，哦。那我先闯一下。嗯，你要闯一下。我刚在找彩蛋，没有彩蛋。这彩蛋够多了吧？这已经彩蛋了，很多了呢。就图腾跟金苹果啊。对啊。还有玩的很开心嘛哈？还有中介水晶啊！我被脱光光了。啊？中介水晶吗？对啊。中介水晶真假的？很红。中介水晶是在哪一列啊？那个装饰类。哦，很下面水域，很下面呢、啊。哦，它看起来好像那个、哦，很像中间。本来就长这样啊？没有啊，它中间应该是原本是偏紫色的，不是吗？对啊，白紫。哦，原本中间是
变成西瓜了，直接变是瓜肉哎，去皮版，去皮版的，去皮的，哇，这样子好方便哦，哇，直接啃的，哇，你说你买的一颗西瓜，然后那个皮都被去掉，对啊，完整去掉啊，直接去皮，直接吃，好好吃哦，用自己切，啊，小皮好爽啊，哎，你这什么红彤彤？那个蜡烛啊，蜡烛，蜡烛，蜡烛，那这长条西瓜籽都是一层的，有没有？哈哈哈！热狗，热狗西瓜，热狗，好像什么奇怪的仪式哦。对啊，这听起来很奇怪。我突然间被超酷了。点起来的颜色也很像西瓜。突然你又可以当那个女神了，你又可以当女神了。是不是？我要说我是西瓜女神嘛？太奇怪了。原来你是西瓜女神啊！这旁边祭祀什么东西啊？怎么有他的头啦？Building Gate 那时候用的。好怪！而且你直接拿的是细者之手。细者之手，真的耶。要蹲下拿，要蹲下拿。巧克力怪怪的。细者之手，祭拜仪式。那我可以放个蛋，煎蛋之类的。为什么放煎蛋？要吃什么蛋？鸡笼锅，好鸡蛋糕。啊，米菲还记得这怎么玩啊 ？UHC 吗？嘿啊，就顶盖。不是就是活着吗？好啊，我们是欢乐赛，都是很快的哦，一开始就会说边界哦。我没有玩过。哦，你没有玩过吗？是假的。他说他没有玩过。诺伊没玩过哎、欸。我上次不在，我上次不在。哦，你都这样。对呀。没事啊，他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说全，他直接说到最小，然后你直接就要在中间直接打架，你不能往外跑，你不能生存，你不能做任何事情，就要往中间跑，这样子。哦。啊，就修爬就对了。对，你任何挖木头什么的，钻地道都不行哈。你要出手吗？没有，那就是一开始会缩圈啊，但就是生存，啊，玩就可以尽情的去玩。啊，到时候会知道那个中心点会在哪里，它是随机的，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那等一下进去的时候就会有全套的西瓜装可以穿，所以不用担心。好，仅限第一场。哦，迪叔说他五分钟，他已经五分钟了。输。结果其实他少打一个零变五十分。五十分钟。哭了。有人就。300块咸酥鸡加其他配菜变成300块钱。他现在又在那边翘着脚，有没有？等我们受不了，准备开始。我们大家都开始的时候，然后就等到他们受不了，他们开始，我就马上进来，然后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措手不及。其实 IP 打好了，那进这没有 enter， 其实都准备好了。好多蟾蜍哦，蟾蜍谁？蟾蜍不是蟾蜍，龙源，等一下。什么？你想要蟾蜍？你就是个蟾蜍，好可爱。How dare you？ 听我解释不妥。你怎么可以穿他的衣服？蟾蜍、啊、好可爱哦，有蓝色的吗？蓝色要用紫粒，好像有浅蓝的。要三千只才会有一只。两千呐，一千二啦，一千二啦。啊，如果你是没有，那是你们啊。对方法来说，就是他想要就有。好、哦，爸爸，那你来搞，你来搞里头，永远搞里头，搞里头，永远搞里头。大蒜辣椒搞里头。你用生怪蛋，你用生怪蛋，用生怪蛋，你用生怪蛋应该直接就有。我来了，你来吃东西啊！你救了我。还有菜籽包，迪叔。对不起，迪叔。有。我想说今天是不是可能玩什么狼人杀、哦？对不起，你、哦、没，我已经预判你来了。OK 的，我调一下文言文。所以你刚刚有预判，他是用那个材质包，材质包就有了。哦，哇，即使那你要调也可以啊，跟我一样。为什么他们翘翘了？抵押，太急了，太急了，太急了，来了来了，那我们十二人随机、啊、混队，混好诶、欸。
好耶耶好耶好耶我们至少让米菲跟诺英那个诺英不要同队、第一场因为他们两个都没玩过哦对啦他们没玩过、对然后再加上这个一个月玩一次的喵他们实在是太痛苦了瞬间想说 excuse me 有看到有看到都分开了、哦、都分开了好诶、欸、好诶、欸、脱离波波耶、yeah! 啊、你是你想跟我玩这才目的吗怎么会呢我可以唱三人了发发一二三四分开好诶、欸、我们是对啊按照 table 的顺序你是哪里你是第四诺音听起来超像那种死亡重金属会唱的声音没有跳到繁星在第三等一下等一下我找到有他下来了我刚敲到敲到敲到这个叫什么方块杖屏杖它叫杖杖业杖敲到了杖可以啦这个快速场很快对啊都快真的很快啊不快啊就是看到人就打架、啊、就是快的话五分钟就结束了啊！最近巧克团是不是不是要怎么讲？阳气有点弱。哇，我也这么觉得，真的，我也这么觉得哎、欸。你有发现哦、喔？我有啊。我那天回来就有这种感觉、欸。阳刚一点的都养老了。真的，大家都养老去了。真的，大家去发展工业。这样，感谢朵内，我超久没有开台的耶，很讲，安安，安安，这什么背叛者小队是什么？那个没有，不用理他，那就是你十分钟后还是五分钟后？会随机有人去第三方队伍、对他有开什么东西他没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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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呦这个不能摔摔到了赶快摔哎没有赶快下去赶、哦、快下去赶快下去赶快下去哦好哎中间是那个哎、欸、我们旁边就是村庄吗去看一下好啊 you我觉得应该等一下就有人哦哇哦直接打起来啦直接打起来啦刚刚正中间就是村庄这羊可以打吗可以你要打也可以我们哎、欸、米菲我们在村庄咯有我在你后面啊虽然我跑的有点慢跑跳啊跑跳啊跑跳跑起来做一只兔子会做的事啊完全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那个成就，完全真的完全看不懂。而且演绎耶，演绎不是那个意思吗？演绎是什么？不是那个演很难的工艺吗？不知道，看不懂。这边有没有东西？哎、欸，都没有看到箱子、哦。有面包。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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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哎哎哎！这里有一个超深的洞，完蛋了！不是，我们是不是要灭团了？我掉到一个超深的洞里面。你躲好吧，问一下哦。那你躲起来吧。我最近是不是每次UHC都掉到超深的洞里面呢、啊？真是。你超深哎、欸！超深的、啊，我刚从中间摔下来。哇，他们太凶了吧！哇！我才刚体验这个游戏耶，就跟你说很快。欢乐赛就说很快啊，你这要小心啊。快哦，欢乐赛就是超级快吧。有地放死。哇！啊，还射箭的。剩下这样子血量没问题吗？没事啊，就是鱼龙啊，多活久一点嘛。我觉得你在下面比较安全。感觉不应该。感觉不应该在上面的。哦、才刚回来就死了，对啊，我什么都还没看到哎、欸，我连敌人长什么样子，转头都来不及，我直接被杀哎、欸，就跟你讲啦，有我记得我记得发发杀我，他刚还跟我打招呼，然后就把我杀了，好惨、啊，另外的也杀起来了，另外的杀起来，哦，他们打起来，他们打起来了，哦哦哦，秀怕秀怕，我 tab 看得到血量哎、欸，哇，可
可以啊，都可以看得到。黄队跟红队哦，不是不是，绿队好凶哦，一直去跟人家打架、欸。哎、欸，这有金头颅吗？有。小黑现在已经满脸问号，其他队怎么打起来了？不是刚开始？不会啊，不会啊，我们打习惯了。他们一定是找人打架。你他们一开始也是打架、啊？对，一定啊，因为快速场就是反正圈会缩很快的。一开始装备都有了、啊。哦，这个能够多少装备啊？就是多少装备？就是绿色那个叫什么？没有啊，西瓜的这个，那是铁装，那就铁装而已啊。哦，这是铁装啊。对啊。没有木头，对啊，什么都没有。小黑是阿翔，你连队友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你呀、啊，哇，我可以这样看。爸爸他们在吃素啊？他们吃回来吗？发有吃回没有？没有，哇！他一个打绿队啦，傻眼！好凶哦！哎、欸，这他们还蛮……等一下、哦，看一下啊，巧克力他们在干什么？没事、啊，剩前三了。我跟诺英的血还一模一样。真的哎，你要不要跟诺英一起？不行，就是要放诺英走、哦。对对对，这样自从第二名。不用第二，不用不用不用抢说要冠军，我们要抢第二名就好了。我们可以抢第二名吗？那鹬蚌相争啊，我们等他们打起来吧。现在小黑他们很凶啊，一直在丢我们的头颅在地板上。那还好，他们没有一天眼皮，他们不知道这样。完了，完蛋了！把我跟爆破头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等一下。他们在上面玩起来了哎、欸，玩各种脑袋，对啊，是怎样？哦，这是铁镐，我还以为是雨水镐。想说这耐久怎么耗这么快？啊，这样我想挖到挖到零以下也很难。谁啊？可能是喵哈吗？绿绿的我都看不出来谁是誰、啊。你按快捷键的一二三四五啊。快捷键一二三四，上面那一排的一二三四，有这个东西。好了，我要死了，快要可以第二名了。对对对，哎、欸，真的哎，那我可以上去了。那你可以上去打架喽。好，加油！我们的希望上楼喽。我们的希望只有十五根箭矢哎，林强说看用箭矢都会射死人都不知道。可以，你可以从后面偷偷来。那你们要帮我看着在哪里啊？我不知道在哪裡。等一下、哦，我们可以讲吗？我们可以讲。可以啊，可以啊。先死掉队友可以。超级远，超级远，真的好远哦。对。啊，其实也没有很远啦。很远啦。左边啊，他在左边啊，他们在左边。你现在就是这边，这边。哎、欸，你有看到？你有看到？你有看到？有一个人，小黑，你后面。哦，我看到是另外一个白痴的，你后面。你后面两个。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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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迦、哎哎！你怎么没隐去峡谷啊？哎、欸，耶克摔死了吗？喵哈没有啊，没有吧？你摔我真的把他引到洞里，引到洞里，引到那个悬崖。我不知道洞在哪里、啊。所以你的是麻衣哎，你可以考虑一下哦。喂，啊、有一下，看一下。追你的人，你可以打一下，我觉得可以。所以你的是麻衣，可以考虑一下。是巧克力都好。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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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要举盾哦，要举盾哦，还有举盾哦。等一下哦，附近还没人，还没来支援。还没来，没有人。对，巧克力现在还不知道。他还有血吗？还有一跟你一样，对他三个，他快没了，耶、yeah! ！小雨真赞。我记得巧克力给他金头颅吧？哦，他身上有书哎、欸，好爽。对啊，有两本。然后喵他掉到地里，对，喵他掉到刚刚那个洞了。对，那我去看一下。他现在很那个完美的掉下去。嗯，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我先去看巧克力。OK， 哦，靠近了，靠近了，巧克力靠近村庄了。那我看看。那我换一下道具。你在沼泽吗？对啊，我在找这旁边。他在黄色、白色这个建筑物这边，他准备要去找你喽。黄色、白色，你说中间那个？他在悬崖旁边了，就是刚刚那个悬崖。啊，他来了！他怎么拿石斧啊？要举？哎、欸，我这个位置超那个的耶！哎呀，我一直在那个水里面一直起伏、起伏、起伏。我看到。没关系，我打死一个。战战，优于战战。我有测两本书，卡勋。
打架不打架，不能摔下去。我在小雨后面里面。小雨开场就摔下去了。我开场就摔下去，然后我队友在两个在上面被打死。我一个总头，你都摔这个洞哦？对啊，对啊，我就摔这个洞啊。同一个啊，太可怜了吧？哎、欸，这超深哎、欸！你看，喵，他这边左边，左边有一个楼梯，他自我挖的。真的耶，这里面喵他没有摔死也是蛮运气的，因为我刚好掉到中间呢。对，然后又加上你说先吃书，超好笑，好有趣哦。哇！我听到我有被打一回头，然后就直接掉到这里面，直接掉下去，开始直接杀两个，哎，好猛哦！他发凶爆了，好不好？凶爆！我说我们招冲去杀人。巧，我跟你讲，你知道，然后那时候我走着看到迪斯，我就说。不行，我不能打他，我亏欠他。然后那个喵他就教我，没关系啊，事后再道歉就好了。事后再道歉。我收到了。加九。哎呀！哎，可是你在打我们的，你知道你刚打我们的时候你是怎么打的吗？我其实不想，因为你知道我根本看不清楚谁是谁，全部都是绿的。对啊，我在追小雨，你知道吗？然后打了之后发现，哎，不是哎，不是哦。你们在打的那个时候，我还在洞里。我们在打的时候，然后结果你突然变成游泳模式，然后我们打不到你，超猛的。你一打三那边的时候，你是趴着游泳的状态，趴着。对，你是趴着打的。然后我们完全打不到你，你知道吗？超猛，超神秘 bug， 那是看不出来，那是显示 bug。对啊，我们瞬间变游泳模式，然后想打两个高的地方，结果还是打不到，打一格也打不到，打一格，没关系，想说奇怪，那时候你们怎么都没什么在打到？你说你知道为什么？原来是因为这样啊，因为我瞬间变游泳，对啊，你瞬间变游泳，你是开什么 EXE 场？我可以把这个。呱呱文言文拔掉了，哇！啊耶！恢复正常，恢复正常。拔掉要按哪一个？支囊吗？支囊啊，支囊，支囊，对，支囊，都在左下角的，左下角的。啊，你自己弄，自己弄。有的，有的。啊！而且那时候不过你们在追一队是不是？在追诺英啊。啊，我就感觉看起来好像。小雨在追某一个人，然后就去打小雨，然后、欸回头怎么这脸又不是小雨？这是小雨，怎么波波他们又来了？怎么不是队友，都是三个敌人，我的队友到底在哪？然后你就一个游泳模式，我们就完全打不到你，然后我就被你收掉了，莫名的变游泳，莫名的一打三，对啊，对，然后你知道我们这队有个内鬼。怎么又有内鬼？我又有内鬼。他不知道 SHE 是谁，你知道吗？对，怎么了吗？他，我觉得很正常。有可能那个啊，香港流行的不同啊。对啊，他说一个香港的，你也不知道啊。哦，我还没出生。不是你还没出生吧？哦，那个笨的指令，笨的指令打一下，没办法，没办法，你看吧，他就是内鬼，你看就是内鬼，哦，我的天，不可能，我都知道哎，哦天哪，哭了，哭了，没有，我那时候我也还没出生啊，我还没出生，对啊，哈哈哈哈，你不是刚毕业吗？对，应届毕业生啊。那还没出生啊，我都不懂你那个年代的。我们这个现在都是听陈零九的歌长大的哦。OK， 新生代的哦。我以为你是说105度，吓死我了。那个太年轻了。他真的是刚出生哎。刚出生。哇。啊，这个。正常的一般场啊，只是我发现他那个缩圈没办法太快缩，他有一个背叛者的 bug， 哦，所以我们缩圈会慢一点啦，但是就是尽情的直接开战没关系。好嘞，好的，好的，对，哦，作者说应该是装到旧的指令包了，所以会有那个哦，旧的指令包，是哦，那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嗯不是自制的，自制就是全新的了。全新的，
那么呢？嘛，我们地面有一些物资啊。哦，物资箱，可以开箱了，耶，可以开箱了，开箱好不好？物品也有免烧，好爽哦。所以你要挖挖也 OK。挖挖，好的好的，你挖挖，你挖挖，你挖挖，随机婚对。哎，宝宝，他们是怎么在一起？我们要被分开了。他原本说只有一场，可是我感觉到他们刚刚没有那么的熟悉这个地图。米菲都还没穿到衣服是铁装，他就死了。你看，我都不知道，米菲衣服铁装都还不知道，所以只好，哎呀。啊、不能够，我一个好难过，我天哪，我还是一对，哎、欸，没有，没有，好难过，宝宝拜拜。刚才我在想什么？哎，我怎么跟小雨黏在一起了？你们三个同一样吗？没有啊，没有分开，分开了，那就没问题啊。哎呀，那真想跟悠悠一对，好可惜啊。不是，我可以赶快去按红队，再见咯。不换队，不换队，一二三四，各分东西。好啦，拜拜。李叔啊，你是多余的。怎么可以？没事，没有，这个就是哎、欸，跟迪叔一对就可以好好对他致上歉意了。哎，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刚刚是在翘二郎腿啊？我没有，你刚刚翘二郎腿，我那时候刚好在停红绿灯，然后突然听到，吓到，赶快停在路边看一下。哦，所以你在外面、哦，我有扣，你知道，反正我在找你的那个 LINE 跟电话。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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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我下面。现在无敌，现在无敌，那赶快做个幕府，赶快做个幕府。好，先砍树。前三十秒是无敌的。迪叔做个合成胎，合成胎。好。合成胎，合成胎。哎，不能闲聊，不能闲聊，这个。来了来了。你在哪？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哎。要直接上吗？要直接上吗？你在哪啊？可以啊。我看到。我跟迪叔在你隔壁。哦，那个我面对的方向，我看一下啊。哎，那边那边那边，哦，很近很近很近呢。可以下可以下，你们都幕府就可以走哦。好，坐一下。下山自己小心哦，现在已经没有无敌咯。我去下下他，我去下他。米菲可以，米菲可以秒。可是要秒的话，不如秒彪彪。对。嘿，有有秒他秒他秒他。小雨，哎、欸，那个小雨，小雨小心，小雨小雨，哎、欸，有有有有，那个米菲又没有玩，哭啊，我一直死，没有办法，这个。刚好看到嘛，对不对？这也不能怪任何人啊，他们没有抬头发现我们。哎，我们这个真的运气很好哎、欸。哇、啊，我开场直接看到有绿绿的熊猫在地上走。对啊，因为是我们看到他们，所以他们完全没发现，然后我又直接先把波波给打残。来，下面有那个、哦、石头可以挖。好的。这里有石头，这里有石头。哎、欸、哎、欸，另外也在打很凶哎、欸！哎哎哎，动动动动动！不要、哦、不要不要过来，有苦力怕不要过来。好的好的，我遭天谴了。也不一定啊，我下面就挖到铁了。那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可以可以可以，你们小心不要摔下来就好。那我们要下去吗？没有啊，有缩边呢。这洞这洞没了没了，就是挖挖挖石头就好。嗯。而且这里那个等一下缩圈就要掰了，对吧、啊？至少我有六个铁，所以我们就马上可以做盾牌。哎、欸，来来来，给你们验一个铁。感谢小雨给你。感谢你变小雨啦。
哇，他们也挂了，所以剩单挑了，单挑喽。啊，黎叔要准备走喽，那个圈来了。喂、啊，我们三打三。哎、欸，你们谁身上有书？我没有，我没有。哎、欸，所以小雨吃了一本哦。我这么快哦？哦，不对不对，我有吃一本，我有吃一本。哦，对对对对对，我打死 Bobo 的时候我有吃。啊，带走幸运之物。嗯，有。哎、欸，李叔，你连爬这个都还要跟我，是不是？对啊，找不到路。太扯了。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这样作战没问题。敌叔战斗行不行？嗯、不行。我看到了、欸，真的右前方，右前方，除非我看错。好，小心哦、喔！我再做个铁剑，我的铁只够这个了。右前方，除非我看错了。没有，他们也没有天眼兵。欸、箱子哎、欸，对呢，有箱子哎、欸。好，走走走走，迪叔你要注意血量哦。好的。哎妈，对，箱子。没有。啊，因为这个地图太那个了，箱子基本上都在最上面了。迪叔，你对你的战斗有自信，我就可以给你一本。我没有自信，不要给我。问他。没看到嘞、欸，刚刚在哪看到啊？可是墨鱼在游吧？那我们先去中心点那里吧，好吧？好，说不定可以往下挖挖挖。Acres 要走多一点哦。底数会不会看坐标？嗯，会。有箱子，去吧。对，我哎。我们的视野是一样的，就是他了。哇，要小心，要小心！哎呦，黄金，黄金，一堆黄金！哎、欸，哦，那是鸟。说不定你刚刚也是看到那鸟。对啊，很吸睛。没看到人呢、欸，要不要天眼兵啊？迪士尼要去啊？好、啊，不要啊！不要答应。哦，不要啦！为什么我要当天眼兵？你好 Q 哎、欸！哎、欸，有有有，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在我们刚刚游来的那个地方。回头吗？好。对对对，回头。是鬼是鬼。喵哈！我刚刚看到喵哈团团他们都在那，他们也没装，他们想过来。他们有看到我们是不是？我看到喵哈，看到喵哈了。有可能有看到。好像在树上，好像在树上，白痴哦。在树上吗？对对对对对，树上。我也潜过去了，我有那个。他好像没注意到，他还没注意到，他注意到，他注意到了，他被我打下去了，他被我打下去了，他很残。你 ID 在哪？我看到你了。欢迎先收喵哈，碎碎碎收掉收掉。迪叔迪叔迪叔打迪叔打他，追追追追追追追。哇！敌人的剪头颅啊，头颅，剪头颅，团团，团团，喂，团团在哪里啊？有敌人，好爽哦！好爽哦！敌人会战斗了，太棒了！来上去吧。你对对，哎、欸，完全没注意到、欸，哎，难过。因为他没发现吧？不是，我有发现你，我是没注意到，只剩我们两队。我刚好爬高高，然后回头一看，哎、欸，看到了一个团团的头，团团的头。然后那个反应说喵，他在爬树，我就哎，刚、欸、好看到。喵哈，啊！我是看到一开场就看到发发在做东西，我说哎、欸，快点，他在做东西啊！你是看到我吗？真的假的？可是我在地洞、欸。我也是看到 Bobo 那一队，我们也是哎、欸。在使用工具台的时候吧。
我们是开场的时候，对，我们是出生点在最高的地方，然后那时候恒星刚好低头就看到那个波波尼，夸张、哦。我开场就说我看到了，难怪我那时候在开场的时候，我用想说奇怪，我不是只有两个队友，怎么跳下来有四个手？就是这个，我旁边是不是有人？耳朵很厉害、哦，真的、啊。不过他 FPS 耳朵，还不是我们不是。不是三个人吗？怎么有第四个声音？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七月份哦，很可怕哦。两场都没有玩到两分钟哎、欸。这没办法、啊，是每个不意外啦。只能说刚好啊。这么坏了吧？太恐怖什么？那个书是什么？说、啊，然后我就死了。四天命运。让米菲活下去。你知道那时候我有先打的是 Bobo， 也不是先打米菲。对啊，我知道，我有我知道，可是我就想打你啊！我看到你，那你被打被粉打活该啊！我们东西都没有、欸你应该要马上就是气你的队友跑掉啊！你说抛弃 Bobo 吗？我没想到。这我也是没办法，我已经跟他们说那个上面有你们了。我然后就想说，我想他们应该不会下来吧，结果就直接下来，太夸张了。然后就哎呀，打人哦，好吧。怎么可能不下去？先做个幕府就直接冲了。太夸张了。你有幕府吗？你有幕府吗？好，冲。真的是。米菲在那要先打谁啊？先打波波好了、啊。看你还在挖弟弟，两手空空。想说你应该不会来吧？我们不是那么好吗？对不对？怎么可能？那代表我们还不够好，你还不懂我们啊？哦、那我要再更了解你才行。还在跟迪叔谈天的，然后凡就说：“哎、欸，看到波波啊，这样不能聊天了，不能聊天了，专心专心。”是波波不行了，不行了！猎杀开始，打打打！你写曲是不是？一扫到马上雷打、啊，一扫到哎、欸，真的哎，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了，冲下去了。这张就比较平了，米菲你就不用担心了，适合你的关卡。不用担，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视野辽阔，是视野辽阔，对，就比较容易看到敌人，好降落，人来可以比较好跑。对，这种平地就很适合你的主场。我看我今天玩三分钟差不多啦，每局一分钟嘛。随机物资箱应该也都比较容易看到了，不会太好找不到，都在树上天了。那就再来啊，随机混队。我哎、欸，看一下他们，哎哎哎，有没有理由？有没有理由？哎哎哎，哎没有了，哎有没有理由？没有理由。他已经把我换掉了，把我换掉，还干什么？我都知道哎、欸，是不是有人那个好像完全一样的队伍、啊？没有啦，没有啦，刚刚都真的哈，一二三四来分开，很讨厌我，我在哪？没有讨厌你，我就会开同队伤害了。然后下一秒就打开，下一秒就打开，下一秒就打开了。爱，马医生比较小啊，真的吗？这样子呢，还很小吗？我调，不要大，调好了，调好了，好好好，好，啊，等下这个很平的，要先看一下四周，你看。目前没有瞄到，有人做了工具台吗？有啊，有看到，看到了迪叔他们，迪叔爸爸。所以我们要先幕府过去哦，要吗？来啦，幕府一下啦，啊，那边啊，跟我走啊，我幕府好了，幕一下，喂，哇，眼睛也太远了吧，我走去哪了？没看到了，哎，蚂蚁有跟上吗？我在你们后面。哎，不见了！
可是有箱子哎，真的在这吗？他们挖。我通常一开场应该还会再砍树吧，树好像也没有被砍一半的痕迹耶。对啊，怎么会？还是刚刚那是鸡？不可能，我看迪斯在跑哎。哎、欸，旁边有马哎、欸。你要不要我？我有安。他在你哎哎，团团团团，那边那边、啊，还有。对啊对啊对啊，他有盾牌了哎、欸。那算了，会怕。你刚刚箱子有开到好东西吗？稿子。我们可以拿稿子打他。他这样没看到我们吗？啊，对不起。Hello。Hello。我以为我断了。在啊在啊在啊！团团哪一队的啊？发迪叔他们那一队啊，迪叔发发那一队的。哦，哎，团团不是跟巧克力 Bobo 吗？哎、欸、哎、欸，对耶！啊，乖乖做十字品，眼中带发。工作台啊，谁？谁在这附近、嗯？不是我。嗯，这么平没道理，没看到人啊。哦，你有马鞍哦。啊，那我说你要不要？哦，交给你了，我骑那个我只会快高速跑跑、欸、巧克力啦，你装欸 Bobo 巧克力在隔壁哦，很近哦，看得到的视野哦，有，我看到了，他有那个欸铁头盔，对啊，对啊，应该是那个开箱宝箱，我们这边是安全区，他们应该会往我们这过来吧，嗯嗯，缓缓的往旁边走，蚂蚁，干嘛呀？蚂蚁，他们随时会过来哦。哎、欸，那这样你刚看到的迪苏到底在哪里啊？哎、欸，前面，哎、欸，他来了，他来了，巧克力来了，哇，他有马呀、啊！哇，砍他马！哇！他把马抢走了，马快死了。来看你，哎、欸，迪叔也在骑马、欸，他真的在附近、欸，哎，就在巧克力前面而已，他去追迪叔了。迪叔也骑到一只马、欸，原来是骑马打仗场。对啊，他们家如果打赢，他们整队都会有三只马啊，不对，马死了。对啊，刚刚马已经快死了。啊，马又死了。你说了一点八。天哪！哎、欸，米菲有玩三分钟哦。每队都有马哎、欸。嗯。小雨是完全走散哎、欸。他走丛林遗迹吗？哎、欸，真的耶，沙漠遗迹耶！刚刚上面就有看到，人家东西还没被挖走。有啊，叠成这样子哎。哦，哦，我刚刚以为上面没开动。比菲受到一点的伤害，应该是自己摔的吧？哦，他碰到仙人掌。他们在沙漠遗迹这一带，啊，他们这有距离耶，超远的。咦？哦，要撞到了吗？哎、欸、有哎、欸、有哎、欸、，Bobo 团团他们在追这谁？
看看人啊，吐司喵。嗯，有一个人带着我的头。请问吐司喵跟他们脱队啊？他们刚刚偷闪的、啊，感觉他是故意跑去绕找箱子，因为他骑马。哦，他们来到沙漠区了。米菲在干嘛？哦，他们正在往小雨那边冲喽。我不知道哎、欸，他是。想挖什么？你被他干嘛？完蛋了，小雨在用工具台啊！小雨被马追喽！啊！好无助啊、哦！霸凌现场，好无助哦！霸凌啊！他是想要躲起来是吗？我觉得是哎、欸，他干嘛？米菲啊！这很明显哎、欸。他要被边界挤死了吧，米菲！米菲再见了。米菲，奇怪，以前米菲 UHC 不是还蛮溜的吗？他真的忘光了，他把自己关起来了。他真的要被夹了，他被夹了，他被夹了。啊！真的？哦哦哦！他是更好的吗？好扯哦！好扯哦！把他当真 UHC 在玩了，好极限哦！吐司喵嘞，吐司喵在玩另外一款游戏，是不是？好自在。哇，这对就是在加游戏时间的。哎、欸，照理说巧克力应该看得到吐司喵的位置啊。嗯。哦，他没有往那个方向看。哎、欸，看得到了，有啊，看到了，看到了，有人跑去追了，骑马打仗又开始了。哇塞，巧克力那只是金马哦，马凯啊，喂，打架了，马、啊、好可怜啊，霸凌啊，我觉得会卡哎、欸，啊，真的假的？你会卡？看画面呐、啊，他们打到一半的时候，四肢同时不动。我没有哎、欸。哦。而且我还开的魔力宝贝，米菲该不会想用沙子弄死自己吧？我怎么往上叠啊？干嘛用挖的啊？为什么不用叠的？出来了，出图了。啊、哦，完蛋了，看到了，也该看到了。看一下，生怪了吧？喂！就是。骑马骑着骑着觉得很开心，在散步啊，也没事做、啊，找不到人，他们都是不回头看，后面有个人追着他们，很辛苦。秀马、欸，你看马场秀马，你们保持打蜜蜂啊，很坏。看到了，看到了，霸凌啊，霸凌啊，那时候往蜜蜂走是不是？激怒了，我觉得有人在打自己了，你怎么想？结束了，阿噗，骑士之耻、哦哦！好了，我去骑猪，骑猪，我去骑猪，你去骑猪啦，这里，哪里骑猪？前面这边有猪，这里有猪。
我要发疯了。为什么？米菲在干嘛、啊？我跟你讲，刚刚剩下米菲一个人，然后我们就是说，哎、欸，那你跑过去，然后之后你有看到前面有人，他说有，我看到了，然后他就站在那边说，你蹲下，你蹲下，他说好，我蹲下，然后他就蹲下，从那棵树，然后走到那个大平原正中间。我说你怎么会蹲下走到一个平原中间？到最后躲在一个那个羊的后面，黑色羊的后面，他觉得可能有保护色。没有了，米菲，你还没有被切开啊，你是粉色的啊。好笑哦。而且我跟小鱼分不开哎、欸，我跟他连三场都在一起哎、欸，没有错。辛苦，救命啊！红蓝出 CP 啊！哎、欸，他刚还在每个人都要骑着嘛。他拿了两个贴、啊，然后想说，你两个贴干嘛？不投，我说可以。然后我们最后就有一个骑士，他的马就死掉。他骑猪，真骑猪了啦！我觉得有内鬼，怪怪的。我有内鬼了，有内鬼。彪彪都不照顾自己的马哦，超好笑，闹吧！哇，你连猪都没了，你连猪都没了，妈妈，哭我看。八七八七，哎呀，好累哦！啊，笑得好累、哦，笑得很累的部分吗？您辛苦啦，您两个姐姐可以做锄头，可以做剑啊！做锄头，我揍你！他说两个铁到底可以做什么啊？我知道锄头，耶、yeah, ！你敢宝剑？你又拿个宝剑？哎、欸，你们是一开始有到那个、啊、到那个那个什么沙漠遗迹上面？没有，别人吧？哦，是哪一队啊？没有，不知道。我的队友说有人经过那边，然后还有我一直躲在沙漠遗迹下面不敢出来。没有，我刚刚就是看到巧克力他们了。哦，所以你们没有走过去是不是？没有。哎、欸，我刚刚最后看到你在那里才过去的，哦、才发现那里有。哦，那我为什么要躲在下面躲那么久啊？我是一开始看到诺英，然后我们就说好做幕府冲，然后就冲到一半诺英就不见了，然后那边很多箱子，想说啊算了拆箱拆箱，然后看到旁边有繁星，就说啊可是拆箱了拆箱了，你什么意思？我们是计划性逃跑好不好？计划性逃跑，我们刚才差点要出事。哎呦，刚好看到你跟迪苏，然后我做好斧头冲过去，啊人嘞不见了，对，人就不见了，找不到，我就立马空，你们跑得飞快耶，不要跟他们打，你们都知道靶子在哪里，说什么呢？哦，没事，来这个来到我们的空投场。哇，怎样呢？坐着的话有没有？夏天没得出门游玩，哎呀。这里海滩度假村直接嗨翻天，好不好？爽啊！明天可以打沙滩排球哎、欸！哇沙滩排球，搞不好真的有球场有哎、欸！哪里？那里有排球场，沙滩排球场哦，真的我看到了，好可爱哦！可它会不会被别人缩掉？有狐狸空投，还有那个墨西哥空投啊，墨西哥空盾口人，对，会抽到墨西哥人吗？哇，墨西哥卷饼。那还有要记住哦，踩到 B 哦，不是踩到史莱姆砖会呕吐哦。好，啊，我要一直踩他。你踩到了？对，我讲你怎么看起来像踩到的感觉？对，我踩到了。误会，误会一场。诺英跟那个米菲，就是这个场。额外会有的就是每隔两分钟会有四件随机事件，然后还会有一个空投弹，那空投弹就是你使用之后会天降一个小鸡，还会变成箱子送你好礼。哦，我有一次去炸人家哎、欸，啊哈，不是空投，你 FPS 玩空投是炸人吗？空投就是捡炸弹物资，空投物资。那也要小心，因为它空投有时候会有怪，可能是毒蜘蛛，或者真的是空投炸弹，所以你放完之后你可以远离它。左下角的对话框 会有说啦，就如果你是爆炸的，它就说你抽到爆猎物，赶快远离。大概就是这样。没问题，不困难，没问题啊，没问题。对，你没问题，那个米菲队友。等一下，有问题。没问题的，小雨，小雨，小雨，
我们五年的友情啊，可以吧？五分钟后才会说好不好？安全安全，那直接打也 OK， 也一样有快速金头颅。好，好的，物品免烧也有，刚刚忘了看。耶，那就来随机婚对。水水水，被拆了拆了拆了，哇，拆了拆了拆了，诺一鸣呢？分开分开，哇，完蛋了！没有，小雨条款，小雨条款，我在哪？哎，没办法了吧？不行了，小雨。啊，没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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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你小雨条款了，再丑三这没办法了。那就一二三四各奔东西，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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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哦，白痴欺负我，别欺负你，我根本没砍过你好不好？我从头到尾没有看过你。对啊，我从来没砍过你耶，我欺负你什么？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你过。嘉欣姐，不会啊，谁？嗯，准备完。你大概懂这干嘛的吗？不知道，大概理解。会有礼物从天上掉下来。啊？什么？生存打架。生存打架啊！可是这个事件是会有礼物从天上掉下来。听懂吗？有沉船哎、欸。你要去吗？去。你还没有木头？不去。有人了吗？沉船有人了。有哪一对？应该是米菲粉粉的。米菲粉粉的，米菲包包。你做太慢了，帮你做了。那真的是很谢谢你。你是不是多做了一个了？对。你太慢了。好了，你嘘嘘。你闭闭。你嘘嘘。要不要起来？不要。要睡多久？你屁屁，我屁屁，你屁屁，这里是巧克团，我们要友善包容。嗯，好啦，是啦，好啦，起来了啦。啊，蛮欺负我，他难欺负我。我欺负你什么？都欺负我。对啊，明明就也有人叫他起来啊。欸，会不会之后叫你起来就开始你连电话都不接的那种状况？有的不对。我不会好不好，其实我会接电话，我会。可是你今天在开台的时候，那个是直接已读不接的欸。还是他只是拨一小通，然后就这样子嫁祸你。一小通，啊、然后挂掉。一小通挂掉。对啊，你看大家都两秒钟，然后就挂我电话。我两秒钟。天哪！想个两秒就哭啊！你还有做错东西了啦。关我屁事啊！多做一个稿子，你要不要？要。我没有稿。谢了。然后你手上那个嘛，中介之眼，还有剪套腰哦。不要再哦！我想说，哎、欸，偷！不要在头上有遮蔽物的地方放。尽量不要了。苹果，嗯，然后可以做香菇汤。好，可是有点没有用，我好。你才没用嘞！又不好，你那个香菇汤你们做，我去砍木材。有空投。哦，拿过了。没有什么矿坑吗？想要石头。石头地上一大堆啊，不是吗？有吗？你我随便挖一下就有。哎、欸，米菲他们哎、欸，嗨。嗯，要打吗？头上哎、欸。要
吧。要打也是可以的，留诺伊一个人也不错、啊哦。打了那就打。你什么意思？哦，不对，等一下，好像队友，等一下，不是。要打诺伊哎，天啊！有空投了，所以你们刚刚看到是我是吗？没有啊 ，Bobo 啊，他们在上面。面屏。哦，可以贴告吗？没有。没有。什么？你有钻石是不是？有钻石。嗯。用TNT炸会不会出来？会啊。哎呀，洛伊先离开一点，离远一点。好，好，好，我来了，我来了。啊，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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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啊！你看隔壁也炸了。前人类的智慧。我前人类，你讲我很老，对不对？哦，不是这意思。好，洛伊没有中，没有，你烂透了，洛伊。你虚你逼逼。我要学巧克力的口技，洛伊烂透。他不会这样讲你哦、喔。不会这样讲我啊、欸。哇，那他准备这样讲你了。他对我很好、啊。你 是不是对石头情有独钟啊？以后你生日的时候都送你石头，还有兔子。你看这个人没有用吧？不好。啊、红队可以打开吗？可以借我那个木稿吗？木稿，还有石稿啊！不要接木稿。你知道吧？没、哦，好，可以。做一个木稿。Nobody wants to tell me the world is gonna roll me. 一点安静。我要做什么来着？时间，时钟键。啊天哪，听起来就很炫炮。OK， 我有时间了。我们的繁星姐姐，你去哪？姐姐，我要摔死了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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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摔死了哦！你干嘛道歉？又不是你的错，又不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要道歉？你为什么要道歉？为什么是你道歉？对不起。哦，就在上面哦。我不该道歉的，对不起。你刚才在道歉是什么？遇到人了吗？遇到人吗？我看到你了。不是，我遇到酷狗。白痴哦！吓我一跳，还以为是谁？哎、欸、哎、欸、妈！那、啊、其实这是繁星啊，我们队友三个，一二三到，有起了起了，有好有，起了起了，哇，你队友跑掉了，嗯，繁星都乱跑，我乱跑，我是都在看得到你们地方跑好吗？呀、yeah, ，我就看不到你。哦，这有西瓜，这有随机箱子，来爬山爬山爬山，鸡蛋雪球，哦，楼上好多。这个雪球应该没有爆炸吧？欸、我有钻石柱，欸、还有经验瓶、烤牛排、哦书、木头。书有用吗？没有用，对不对？没，书没有用。那钻石柱有用，可以拿着，可以拿着。哎，等呢 ？OK。好烧、哦！哎、欸，这里还不错哎、欸，这里是那种度假胜地啊，不错哎、欸，小西瓜哎、欸，是它，哎、欸，我有钻石镐，有断头台，不是断头台，哦，我有断头台，那个这个叫什么？毒断毒，它断头桥还是、欸、有铁力？那个有铁力，有人要做一下吗？你要做一下铁剑之类的。铁力有几个啊？
我九个，我刚刚看九个铁力，九个精力。你做成一个精灵，做成做铲子。九个，不够啊，对啊，不够。对面有吗？我看一下，对。再跳啊！你再跳啊！你再摔啊！你点点，你再摔啊！又点点，又点点，给你杠杠，叫我杠杠。叫这小杂毛闭嘴！点点啦！我的三条线，你看。不止我了，董事长，不想。现在巧克力死了、欸，巧克力死了、欸，哎、欸，死掉。队友怪怪的。有什么？经验瓶有用吗？没有吗？我们现在可以先喷啊！我们先喷啊！经验瓶。我没有拿经验瓶。我有，在一起来了。OK。白皙，不要，走开。那我们那个用的会变笨。那个要往下挖喽。开桶对伤害吗？要往，我早就杀死你们了，好吗？还要等你们。我要告老师。去。先离开一点啊。对啊，你放完之后要离开一下，可能会有个很恐怖的 TNT 炸弹。然后我们该往下喽。你要去哪根呢？哦，用灶台。啊，有弓，哎、欸，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有那个，啊，我没有拿，我记得有剑，哦，我没有拿，我可以回去拿一下吗？来得及吗？来得及。晚上哦，阁楼。嗯，我还有经验品。有东西叫做枯弓、苦力怕跟僵尸哦。好，没关系。我记得这有剑，哪一个啊？你是在营地吗？哎、欸，对啊，收到。哦，没看到，这里还有这个。怎么地方有点工作台？那糟了。我们在安全区吗？好像不知道。没事，我们很好。我有撰稿，不要！哎、欸，哈！谢谢天天。你刚刚不是离开了我吗？我才很安心的去做这个东西，你怎么就回来了？担心你咋肥事啊？刚刚不是走得好好的，你咋肥来啦？担心。哎、欸，水瓶帮我放进去。担心。你咋肥来啦？外面好好的路不走。队友，教练是队友，你也能害我？不是，你们走远远的，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啊。你靠过来啊，你受伤，我是不是喊很大声的不要？我们喊，你有听到我的难过吗？我喊很大声呢、欸，我没有听到。我喊很大声的不要呢。什么声音？蜈蚣？怎么就是红石？光头鸡。酿造说明和豚桶。哎、欸，胡萝卜，金胡萝卜。我拿没用啊，给你了。给我干嘛？给你死，有死、哦。很好吃，可以吃。我饿啊，有十秒给你。You are king。你点点 ，You 点点。酿造说明，啊！我怎么那样回复药水啦？北七哦，哎，哥，哎，来，诺英，请喝。呀，零和八八。哦。你要不要也喝？我还在酿。没有。
这样就好啦。那里面很幸运一样。没事哦。哦，对，可以喷的。对啊。你早点讲嘛。怎么早点讲啦？你是怎样啦？我在酿。我在酿。你凶屁！你凶屁啊！你凶我。你欠凶啊。你凶我。你欠凶凶我。你就只会诬赖我。杠杠，我们没有爱了吗？我们没有爱了吗？你别说爱好吗？他根本不在我这兒。他在我这里讲话。那很好啊。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他名字叫什么？哎、欸，经验瓶一堆。哎、欸，有一个钻石搞效率二，有人要拿吗？我拿哦！哎、欸，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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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远越好，越远越好。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五只猫，你看到？我看到。我连续两个哎、欸，我这什么？我这什么运气呀？很厉害耶、欸！我知道放你旁边啊。好吧。好吧。就这样子啊。好吧。很多。嗯，算了，我觉得我还是拿一下好了。有酷攻啊，诺音。对了，你后面酷攻、啊。等一下，姐弟在哪里？不是不是，姐弟在哪里？寺庙你摸过了吗？你至少摸一下，我才看到。哎、欸，苦力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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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冷静，没事。没事，我还好，我只损了半条，我应该没事。半条还是半颗心？半条。哎、欸，刚刚那个铁力有做盾吗？我有，我在我手上。OK OK， 他让我活下来了。OK OK。哎，你还有红石粉吗？红石粉是在家里下面。要延长时间的话，要红石粉。哎、欸，僵尸哦。红石粉这里有，我有开到。我开到很多，我觉得我这场活好久、啊，不很想死。没有啊，等一下，我吸到，好满好满。这是要干嘛？嗯，我是柯金生。柯金生。我你很棒，为什么是关我屁事啊？等一下，关我屁事啊！这里有牛奶，等一下，这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我们不是被，是被自己用，我又剩半条血了 ，OK。丁彦平加不了血，箱子里有啦。看我，等一下，有没有飞剑药水？等一下，用飞剑回复。你不要，有没有火力帕？有没有火药？我问有没有火药？没有，让你们喝嘛。你笑屁！你到底在笑什么？你今天怎样？欸、不是有飞剑的话，是一瓶抵三瓶啊！啊，你现在是怎样？你现在是怎样？你们喝嘛。我喝了。那、啊、土司喵喝了没？还没。你另外一瓶给土司喵啊！你一个人喝两瓶哦、喔。啊，里面有三瓶呗！啊，我先哦。啊？有三瓶吗？有三瓶，我刚看到两边一瓶，上面一瓶啊。哦，我只酿三瓶哎、欸，你刚已经喝掉一瓶了哎、欸。啊？哎、欸，好恐怖哦、喔！我刚刚看到三瓶，左边、这边。还有除了我之外的人会酿东西，怎么会有沉思？有，这边有。啊？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生存就快死了、欸，还要打架吗？真的假的？我看有没有西瓜空投比较好啊，就是可以回血。这有稿子，这有裤子。啊，你要有人要钻石稿吗？我有两把。你小心，我在放空投。我都有好好跟你说话哦。真
我是喵结果哦。好。风头。钻石。你看。幸运女神哎、欸。我的天哪。三个哎、欸。三个哎、欸。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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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钻剑，你们要做吗？可以做钻斧。也、yeah, 对啊。你们要做吗？我有，我又做了。那我做钻斧。繁星，你不穿裤子吗？我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只挑裤子给我？要不然我要隐形过去，我要隐形，我要隐形。哦、oh. ，给诺英穿。我也没有裤子。你看他血又回来了啊！我要。好可爱啊！啊，这里。我有一瓶飞剑，对啊，啊这个回四滴血吧，回复比较好啊。嗯，要水。我这样子好了。OK。土司庙，土司庙，天啊，给你这个。力量。暗时感。效率二。我有一把效率二耐久。那给他。给繁星谁啦？啊，我们就三对而已，还想要怎样？你刚刚不是有看到一个很像我的？史莱姆方块跟蜂蜜块有屁用吗？没有，好像没有。小心哦，这有个空投。好，没什么用。药水空投哎、欸，酿、哦、造说明太好了，这里有药。我要拿这个。我有酿造台。还有烈焰感，我们在圈外，我们在圈外，等一下进圈，等一下念完进圈吧。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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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爬高高，爬高高。你们拿一瓶力量药水走，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看有没有要喝。在左下，隐形力量都可以拿。啊，隐形的话就是建议就是不要穿装。那我拿力量，我一定会忘记脱，信我。恢复 ，nice。然后我再酿回复药水回来，再拿一罐。死之前至少要喝掉哦，不要让敌人拿走。回来，回来，回来。好，我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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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我带着。等我一下哦，关个门。感谢，对吗？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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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啊，走吧。等一下哦，七二五百，好远哦。哦，这里在了。靠腰啊，哦。过去算了。我看一下，我药水没有啊，因为东西马上到了、啊，坐标马上到了。隐形药水，小心啊！谁？哦，这边戒符棒、TNT 炸弹、铁剑。戒符棒哦，那我拿好了。还有 TNT 矿车，这个不要雷，我不敢。经验平弓牛排酥木头，哎呦铁，铁胸甲，这是你的牙，牙齿，有弓、啊、有强二的弓，我觉得我们我拿了一个了，找个矿，做盾牌了吗？我要一个，我要一个，拜托，不是啊，做啊，你们做啊，什么你要一个，拜托，哎、哦，我想说你们在做啊，我没有要做啊，那你不要吗？我不要啊。他要隐形啊！我就说我要隐形了，我拿弓，我那干嘛？我怎么知道？十八个，我把它做成那个。不是精灵游侠什么都知道吗？你点点，又点点。那我们做那个铁装，拿一下铁。
有没有说喽？再说什么死？见识。我有，我有。要开始走了吗？这里，这里有酷酷铁酷酷，谁没有铁酷酷？耐久哎、欸，没有了，都有了。看起来很帅，就拿。嗯。地狱金矿。地狱金矿有屁用吗？有用吗？老火娃。好像没有。我都海亚古。嗯，秒掉。经验瓶小姐。天梯矿车有用吗？电梯矿车那个要从高处丢下来比较有用啊，可是这样子很难弄哎、欸。没关系，没关系，对吧、啊？不知道，我觉得以我们的能力，应该是我们要到中心了、欸。边界外、欸，这里真的呀，这里真的。你要干嘛？那个箱子吗？你不要吧？那个看怎么看都是人家丢的。我看那边人。哪边？你要打、啊，你要打我就走啊。不要，那边有一个人，那边谁啊？不知道，我只看到穿铁装。嗯、啊，我怎么没看到？哪里？那一边那一个啊，你老人家，对不起。啊！反击！反击！对不起，不要生气嘛，你不要生气嘛，反击！反击！来干啦！来干啦！进游戏啊！我们这里，你说什么？会不会有？我们这里太高了。欸、有人哦，有限高是不是？对对。所以我们，苦力怕，苦力怕，苦力怕，后面苦力怕，哪里？自己注意后面。棒、啊。那我们要往哪走？往哪走？我们在哪里啊？限高限低是多少？75D。那我们要下去了。又有铁，你听到精灵游侠？我不是精灵游侠。哎，等等，我们觉得这次好，你是早点死比较好，对不对？没有，没这感觉。哎、欸，这里有很多铁，那是别人剩的吧？金眼皮。他们不拿铁吗？那么，表示他们全铁装了、啊，你要这样想、啊。哦，是啊，真的。你不相信哦？没有啊，我相信啊。哦，真的哦，我的天啊！算了，没事没事。哎、欸，回复的药要不要？要要要。打之前一定要喝哦，不然被拿走就不好了。哎、欸，五十秒。嘿，哦，感谢。被打之前或怎样、啊、一定要喝哦。好，接过，接过你，接过你，接过。我干嘛啦？我干嘛啦？你要做接过啊？你看是不是？现在是白天。你不然你挥下去举盾，你挥下去马上举盾。啊、那人说我打他干嘛、啊？不要你打、啊，我打。漂亮。你打他干嘛？啊，万一他咬人怎么办？干嘛？啊，他又不会咬我。万一他突然眼睛比我好怎么办？不会啦，我不会啦。他会比我好啊，你那么只会嘴我。我没有嘴你啊，我哪能嘴你了？我对你那么好，对不对？啊，这个。哇，我们是不是玩得很开心啊？哦，有点在骂自己哦。他们是喵哈跟小雨了、欸，可是这是有巧克力包的呀、啊。等一下哦，哎、欸，为什么我们都没有遇到人啊？这是一个问题。这才好啊，这很棒，对吧、啊？好吧，可乐哎、欸，我们从头可以到尾。哎、欸，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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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要走吗？走啊！冲啊！他跑啊跑，先打喵哈吧。嗯。嗯。不要死掉。Okay, 后面。小雨。小雨来了。他放河豚。他毒到他自己。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啦！抱他，抱他！有人，嘿，有人，有人！走吧，走。没人听到，没听到。玩得很开心。我们玩得很开心。对啊，真的。你们每个都力量药水，对不对？没有，只有我。没有哦，有你没喝了哦，因为我刚刚我们讲说要带，我刚刚我们讲要带。想说那个爆下去十三滴直接没，你直接好大拉哎、欸！哎、欸，好大拉！哇，我把诺英从五滴血拿起来两次哎、欸！真假的？好猛哦！那前面被毒，我在我那个要酿造台嘛，要是没有那个水桶，只有河豚桶嘛，那我就远远的地方在捞的时候要靠近我被毒到，毒到剩五滴血，然后之后又晚上的时候被毒蜘蛛咬。哦夜晚的哦，没有啊，你金头颅没吃。那好猛哦，不要不要，干嘛？我亲眼看到哎、欸，我刚好过去，然后就刚好看到一个库里帕在你旁边蹦。哎呦，我把怪物声音调高一点，抓到战犯。他爸赶快举盾，然后我往前走，之后我就看到波波死掉了。还敢叫别人啊？就是你自己啊！哎、欸，我先关心队友，对不对？就是、我先关心队友。然后那波波死了之后，我就看到那个米菲慢慢的走出洞里，然后在那左看右看，哎、欸，怎么好像少了一个队友？没有，我在捡他的遗产。为什么爸爸是看到中介哎哎中介死者？我跟你讲说不要打他，不要打他，然后对，然后打起来，我跟你说不要打，不要打，然后爸爸直接砰，直接给他揍下去，别揍他，你哪根筋不对去挑战 A 妹妹呢？超勇敢的，你以为他是一个小菜篱笆子吧？我怎么知道？平常我都杀得死他，今天怎么杀不死？你在哈基的伺服器是不是？你在哈基伺服器杀得死。爸爸，请你回想之前的空岛生存，是谁在中介被那个 Enderman 三个追，然后追到那边哭来哭去的？我一敢嚣张，还敢嚣张啊！我很棒棒，跟我想的不一样。哦，那迪叔跟蚂蚁直接被我们抓吗？直接抓到反正就不在啊，在动作。哦，那个时候我正在看，然后我这。刚好伸懒腰要打哈欠，然后我就啊、哦、来不及反应。我昨天也正在打哈欠，还是伸懒腰。伸懒腰，真的有点大、哦。我还想说，你可能是去外面看这个岛的景观。对、啊，没有没有，我们前面已经看一轮了。我也没想到啊，可以来聊天的。他们离你很远啊，我先走了，我去观赏了。你看一下，我跑走了，我天兵在跑走。真伤心，我们天兵在打和钱。哎呦，我前面都很认真，然后说哦，好了好了，应该大家都在弄了，然后说你怎么后面有人？然后来不及了。欸、那时候团团你们投入。是你还是谁摔到，所以有声音？我啊，我摔到了。没想到奇怪，怎么有摔伤？喵哈，你过来了吗？啊，对啊，我们都超远的。吓死！哎呦，就是你们两个先打起来，是不是？对啊，然后后面小木屋参观啊，然后叫他屠戮。我要告到迪叔拿稿子打你啊！你有稿子。鱼就斧头，不，迪叔，你还真是搞死我啦！搞啊！没有水瓶座最不会记仇了，对不对？水瓶座最不会。对，那等一下跟波波同队伤害开起来，先不要，不要。呀，你要开同队伤害，因为空投场，你这样才可以补自己。哦，对耶。Excuse me， 嗯，连不到，哎呀，连到，连到了，为什么会有？我要跟波波同队，我要偷打他。来来来来，那也
机器钓竿得了啦，好、哦、酷哦！哇哇，机器钓竿，你、欸、好看哦，漂亮啊，漂亮！哇，不行不行不行！啊，逍遥不愧啊，逍遥不愧！那个雕像是怎么一回事？天空中觉得好漂亮啊，不行不行！哈哈哈哈哈，是樱花吧？樱花啦，好漂亮哦！这是我吧？是我把这我把这棵树烧了，我把这树烧了。来来来，这个呢，特殊场啊，七系梦幻银河。嗯，这个粉红色好好看。对话框有很多，它重点呢是有两个系统，一个是重力系统，就是我们手上的钓竿。嗯，那你只要使用右键，它就会往上飘。那再按一下右键，它就会飘更快，但要小心，因为有限高，所以你飞太高可能会受伤之类的，要小心。你说怎么下来？怎么下来？不好意思，蹲下按右键，它就变成正常，再按一下，它就会下降。啊，利用蹲下来去做切换。哦，啊，到地面它就会自动恢复正常。啊，很酷。哦，哇！测试测试测试，多玩一下，多玩一下。Max。然后呢，它还有开场五分钟后。情侣系统就会来了，哎呦，大家可以选择自己队伍以外的哦，是自己队伍以外的玩家哦，然后选择只有一次。如果你选择他，他也选择你的话，就会配对成功。哦，尤伊懂吗？尤伊懂吗？没有，我们选不到，我们会同一个人。不同。你们就禁止各种的说话，不能安静哦，不能安静。那空投互相靠近，头上会冒爱心，那每两分钟就有空投道具。那你的队伍获胜的话，你的 CP 也会获胜。哦哦，就比方说，哎，我们都是蓝队，那可能另一个你的 CP 在红队，那你们蓝队获胜的话，你的 CP 红队的那一个人也会获胜。哦，那一个而已哦。对，那一个而已。那我们就说好，我们都不能说自己想选谁，即便已经分好队是队友也不行。好，自己可以猜得出来。你配对成功的话，你可以跟队友讲。你配对成功可以跟队友讲。好，但感觉很刺激啊。好害羞。那你跟队友讲是谁是吗？如果配对成功，你可以说配对成功。对，懂的，这是偷偷告白的概念哎。啊，告白告白，这是诺英机场。啊，这个地图是永夜，但是不会自然生怪啊，剑矢没有重力，没有衰落伤害，所以不怕摔。哦，好酷哦！哎呦哎呦，机场哦，黑科技哦，对，有点复杂哦，我也觉得好复杂。重力系统我有点困难，我不太会下降。Shift 右键 ，Shift 然后按到最。蹲下按右键，来，你再多尝试。按到无重力之后会再向下。再蹲下按右键。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好了。等一下，那个队友是法法直接飞走了。哈哈哈哈哈！记得给他装个风筝，把他拉回来。有有，等一下先挂一个鱼竿先挂着。先把挂着。这样太危险。可是你的 CP 也要大家就要对话对起来，大家也可以。现实没有重力。我们。不然就现在你想要呼喊，你想要 pick 谁也可以说，嗯。Pick me, pick me up. 哎呀！天哪，你怎么会唱这首歌？要单身了，要单身了。我害羞。要记得要 pick 自己队伍以外的哦。好的啊。哇，简单啊，简单。就公平啦，那就大家要打字说也都可以，只是有没有对方会不会真的答应也不一定，对不对？事事难预料，那就一二三四分开来咯。嗯哼，三，我们三四，耶，这也是另类的背叛者模式吧？为什么？他是说只要那队赢的话，情侣也获胜。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可以去搞别队啊，或搞自己人啊。哦，你是说就是你想要让你的情侣赢吗？这样。对啊。那其实我已经看到剧本了。哦、我看到剧本就是繁星跟巧克力是 GP， 然后巧克力可能要来帮繁星这一队，然后我要帮你们杀光。对啊，然后就是你们 CP 独赢，这是剧本。真的，这是剧本。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你们不用配对了。我要学，我要学波波说，要学谁呢？要学谁呢？好痛苦哦！我明明自己就已经知道选谁了嘛。你看，胖已经剧本开演的序章。对啊，你看剧本，你看，我要乱录他们。要学谁呢？我要乱录他们。我要这样、欸、飞了飞了飞，然后嘞shift 然后加左键，然后开始走 shift 加左键 shift 加右键，右键，对不起，右键，团团在上面。好，我在单纯用走的，我想要先去那个，我想要先去树那边，无重力，重力好难哦，我的天哪！啊，刚刚你没练习哦？有，我刚好练习啊，可是正常。哎、欸，这个是什么成就啊？他们是说什么？某一首歌的，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哦，阿米菲咧？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他不见了。哇！我在这个很像情人桥的地方哎、欸。你跑去当月兔哦？哈哈哈！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在这里打马吉了？你打马吉啊？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啊，就说 shift 加右键，然后你会一直往下降啊，你要断两次。右键。我会往下降，我会一直往上哎、欸。剧本第一序幕。哦哦，我看到了。你的左前方啦，繁星那边，你们看到？第一张我吗？第一张开眼了，来，你配对的在那啦。为什么可以配对啊？怎么配对？还没啦，但是他还没已经看到了，好不好？他们已经看到了。那团团你想选谁啊？我就不知道要选谁，我觉得你要选 Bobo 欸。不行， Bobo 要给那个姐妹花他们两个一起啊。我觉得 Bobo 不会选迪苏欸。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不会啊。他才不会想要呕吐姐妹花，你相信吗？你要站在 Bobo 的立场想。没，哎呀，好归好，可是他不喜欢那个头鞋。哦，要站在 Bobo 的立场想。要选谁呢？选团团好了啦。团团一定会选我的吧。然后我不选他，没错，笑死。诺英跟你讲话哎、欸，啊什么？啊、他跟他讲话。诺英跟你对话哎、欸，等一下，他打短团小鱼三。哦，团团想不到你居然，哦，这个是不同啊。那这样子，我觉得免费你不要选小鱼好了啦，你选土司喵看看啊。是吗？对啊，就我们都选蓝队的啊。哎、欸，他真的这样，我们赢的话，是不是六个人都赢，对不对？哎、欸，有人是摔到虚空了，还是被毒蜘蛛咬？是毒蜘蛛咬的。那、啊、你看要不要？所以我选土司喵。土司喵，可以啊，可以啊，我刚刚同一队啊。哎、欸，我刚刚有跟他同一队吗？你想一下、喔，你想一下、喔，刚刚是我跟土司喵一队哦、喔，你要想一下哦、喔。我的内心跟他同一队。好，你是铁砖哎，怎么不是铁砖，那个钻石哎、欸，怎么办？你们有铁镐也可以挖吗？我还没有，我还没有。挖？空投啊，就试试看空投啊！你下来了没？空投，我还在地面上啊。空投，哦，小雨哎、欸，这里可以往下吗？觉得在桥上哎、欸。哇，什么声音？迪苏被炸飞、啊！他刚刚，对呀，他刚刚还对着我蹲，然后就被炸飞了。龙源，我选巧克牌啊，巧克力，巧克力。没有他现在的口头禅改了，我以为他之前不都居然，他居然巧克力，就这两个啊。怎么很像？你说我学的吗？他说你学的很像啊。是啊。你要听王北北吗？你有听过吧？王北北超像的。王北北是谁？王北北是谁？你不知道？你有看过路人的影片吗？拎北洗泥鳅那个。哦，有，我听过。啊、那个王北北你就听过了吧？嗯。那你想听什么？你就学他讲话都可以啊，快点。你 Felicity Taka Paki 哦，这样子吧。哎、欸，这个给你。有现在我是雏菊汤啦，我听到附近有人在挖哎、欸，你我根本看不到你在哪里耶、欸，我不知道你在哪、啊，我这里是哪里？你是谁？我在樱花这边哎、欸，有两朵樱花你知道吗？对啊，
有两个萨库拉哦、啊。真的假的？桥桥的左边。有铁了，有铁了，有铁了。那你要不要？好，还回来。好，正常了。我拿一个铁镐，我拿一个铁镐。奇怪，为什么刚、欸？你知道之前刚认识巧克白没多久的时候，他是居然。我看到那个人呢、欸。啊，谁？居然。我看到那是吐司喵吗？啊，可以选嘞，可以选了，可以选了，可以选嘞。怎么选？点此选择伴侣。啊、我选谁啊？伴侣编号。输入编号。Set。哎、欸，怎么打、啊？所以我要选。啊吐司喵吗？选四，他不是直接点数字吗？没有没有，他是你要点那个。他上面有命中注定之人哎、欸，点金币输入伴侣哦。我要回应刚刚有人打的期待吗？你回应他，他蓝队啊。你回应他，对，他是蓝队、啊。回应他吧。啊好啊、然后呢？他会选择说你选择了几号吗？然后有他会讲，然后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慢慢等，用 Enter 哦，好好，我有 Enter 啊，我有 Enter 哎、欸，我没 Enter 哎、欸，就是你选完之后，他就会说你已选择了 ，blah blah blah， 然后就没了。对对对对对。哎、欸，我的画面是选有跳出你命中注定之人呢、欸，他直接给你内定哦，去，内定啊。我没得选是不是啊？你没得选啦！为什么？为什么你被内定了？为什么？为什么？什么意思？啊！哈？为什么你没得选呢？好笑，好笑！天哪！哎、欸，等一下，所以那什么吐司喵是跟米菲吗？跟我，对他跟我。哎、欸，那我们六打五啊，六打五啊，可以吧？对吧、啊？你看，跟我刚想的一样吧？真的哎、欸，这个剧本，然后我们一起赢，写好啦！哇，大家都是赢家，太好了！我最喜欢玩这种游戏了，真的哎、欸。太好笑了！我们这是政治婚姻啊！这是政治婚姻，真的，里面只有一个一对是命中注定的，有没有？命中注定是哪一对啊？不是啊，就两个人啊。哦、啊，你是命中注定的，你这个真的是命中注定哎、欸，好好笑。不是，我没得选，好不好？好好笑。我。那个团团，你可以截一下图，然后私信我看一下。哦，好啊。就你那个配对系统出来之前，那个。你笑。很送心。我召唤到药水。我是长这样哎、欸。你存在哪里啊 ？DC。好、啊。哇，哎、欸。我拿到一个御水的东东哎、欸。御水锭吗？对啊，还有那个药水，我有一堆药水。水哦，我刚刚就是靠药水去救人啊。你们要来吗？要。对啊，你看团团上面有没有命中注定之人？对耶，你根本没得选。我没得选啊！太好笑了。他想说奇怪，为什么点谁都不对？是御水吗？哎、欸，我有御水方块跟钻石方块耶。方块。对啊。居然。好嘞，你们了啦，安心。哎、欸，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我们的月兔回来了。对，月兔回来了。你有带马吉？你有没有带马吉？没有，我有马吉啊，你要吃吗？没有，我有马吉啊。我有，但是有还是没有。好笑！你上来啦！你下来啦！我们都在下面呢、啊，我上来上去。上面有两个钻石，我挖不了。哦哦，好啦，好哦，真下不了哎、欸。好了，我们上去。快点上来啦！他是不是在你旁边了吗？来了，哪里？欸啊、怎么？等绿队怎么剩一个啊？哎、欸，真的哎、欸。这是玉石要钻石啊。对啊，然后左边右哎、欸，这里有钻石吧？哎，这个是织女吗？我刚刚有看到一个钻石、欸，这是不是牛郎织女哎、欸？你是不是骗我？没有，真的有啦，还是他们挖走了？是吗？他们把我的钻石挖走了吗？是你的钻石吗？还是他们的？是啊，是啊，我
我刚丢下来的啊，掉了钻石不是吗？那就没啦，那就没办法啦，我给你们一个立即药水好了。不知道织女的身体底下有没有东西？你想干什么？我把它挖开了。欸、那两个是谁？那两个是谁？右边右边右边是谁？哎、欸，土司喵他们哦。哦哦好。土司喵他们，那我们可以找、欸、有爱心耶、欸，有爱心耶、欸，有爱心耶、欸。有爱心吗？有吗？我们头上有爱心啊！你要去找土司喵啦。有啦。去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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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哪里哪里？不用空投啊！我看我看我看，有吗？哎、欸、有哎、欸，好好笑啊！我的土司喵嘞！你的土司喵在前面啦！所以我们要这样排排站吗？为什么我刚刚没有掉东西？家和万事兴。我刚刚一起吸呀、啊！啊啊！我们在这边拍照，然后就有一堆在旁边吸东西，不知道吸什么。来来来来来！大家都在拍照啊、欸！你看。这里面有两对是政治联姻啊！你干嘛啦？我跟你干嘛啦？哎，我没有啦！哎，喂喂，等一下，我没有。啊，他要挖下面，他要挖下面，我知道，我懂，我懂，我懂。哎，我要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一直被射啊？被谁射、啊？上面吗？谁在打我？对啊，有人在射你，是谁？你的立即药水丢下去啊，下去。啊，我可以帮我把这个解开吗？还是有人要把这个解开？哎、欸，给我一把剑、欸。我看到了，看到了，那个天灯上面，天灯上面，天灯上面，天灯上面有人哦、喔。那谁？来了啦！哎呦，天灯上是谁、欸？小雨，小雨，小雨。啊，小雨是没配对成功吗？我头好晕哦、喔，等一下。有小雨掉下去了。有人在我下面是不是？我把他拿下去了，我把小雨拿下去了。等一下，怎样？等一下，我头好晕哦。有人在乎我的感受吗？等一下。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头好晕哦。啦啦啦啦啦啦啦！欸、其实这样蛮累的，要追人的话。不是。他怎么飞那么高啊？这副手要拿。那个比较好啊，不能拿。哎、欸，对耶，你好聪明，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哎。对，副手哎、欸，欸、你真的好聪明哦。等一下，我头好晕哦。等一下，我飞不上去哎。你副手拿那个啊。你真心聪明，哎呦呀！真的，哎呦，我头好晕哦。还有弓哎。我会不会等一下一飞出这蜘蛛网，然后就咻就往天空飞啊？打雷了，弄晕，弄晕被雷劈，哦哦，弄晕被雷劈了。获得一个空投道具，哎、欸，这是不是巧克力放的、啊？它蜘蛛网也放太深了吧？你怎么还在那边？我起不来啊！巧克力不要再放了，巧克力，哎、欸，它真的是很多哎、欸，我要被它丢空投机了。啊对，有毒啾啾，我要走了。你出来了吧？我出不来啊！你看你在干嘛啦？你看，哎、欸，他还捡我的。那我下去。有没有？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了。太有趣了吧？哎、欸，太危险了吧？我要离他远一点啊！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白痴哦、喔，吃个东西就飘起来了。哎呀，获得一个空投道具哦，可以再丢哎、欸。那你干嘛？为什么巧克力要下去弄东西？铁剑，然后还有什么？哎、欸，里面有玉髓锭哎。你们要吗？对不对？吃东西会飘起来。对啊。啊，吃东西会飘起来。对啊，如果你拿那个钓竿在副手的话。他给我衣服呢。哇。哇啊！剩下那一对的伴侣全死光嘞。对啊。
他们那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什么？我突然想不起来。哪一个？他们变成单亲了。有吗？有这个？他们单身了。守寡还是什么？他们单身啊？守寡，守寡啦。他们单亲守寡。他们守寡了啦。哦。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名字。Oh no！ 有了，有了，有了。嗯，都没见识哎、欸，小雨是把弓。我再丢一个空投机。他刚在射米飞啊，然后想说奇怪，到底是哪里？我想问为什么上面会有箭矢？我知道他一定是生气，他嫉妒了。他刚想说，米飞，你不是应该要选我吗？你这么喜欢我的，你怎么选了土司喵？因为刚刚就想说不对啊，没有自然生怪，这附近也没有生怪村，为什么会有那个弓箭、啊？我一直被打哎、欸，我是被家暴吧？啊，没有，我没有跟小雨在一起。没有，你刚困在那边就是个靶，就只能打你吧。我是他，我是射你啊！巧克力在那边，在那边乱用。哎、欸，我怎么做两个工具台？等一下，牛牛，我做个盾，灰单负担负担生活，恢复单身负担生活。真的耶。啊！他们把巧克力跑去杀人了、哦。哦不，在哪里啊？那我要去玩。啊，我们去打，我们去打，走走走。可是找不到他们啊。F 3加 B 找找看吧。我这样找。强力弓。哎呦，怎么会有蜘蛛呢？你赶快跑、哦。人在哪？人在哪？飞高高。哇，真的没看到。哎，这鞘翅是谁？他是谁啊？我看到地板上有一个在走、欸，哎。哎、欸，你怎么死？他被毒蜘蛛弄死，是不是你的毒蜘蛛啦？哇，你要守寡了！哇，灰单，灰单，灰单，我妈说灰单，灰单。啊，刚刚哎，我发现降下降或是上升的被打一下会飞超高哎、欸，喵，刚刚被飞的超高，怎麼會往下。你在哪团？我在天空追，我看到那个在谁在射的呢？我要去射。对，我在追喵哈，我在追喵哈。好，那我也来。他掉下去了。你跟巧克力在射是不是？掉下来了。他下去了，他在下面、啊。那个飞的是谁？我是往下追。发发吗？对，看到发发了。你看到了吗？打发发。没发体验动能哈。体验动能。很笔直往下飞，他有翘翅。哦。不会耶！喵哈吗？一直上上下下。去找喵哈。他就一直玩钓竿。哎、欸，真的哎、欸，他好会哦、喔。接受他。打到一下，打到一下，他快死，他快死了，他死了，死哦，好强啊啊啊！那所以现在嘞？嗯。所以我们要杀到剩下那个哎、欸，一对情侣哎、欸。对啊，哈，是这样吗？那米菲，你先去死看看，因为你的，哎、欸，不对，是我要先去死哎、欸。哎、欸，小哥，是我要先死哎、欸。完了。天哪。No。完了。完了。看来情人只能有一对影哎、欸。对啊。啊。完了。好难过、哦。你看我被打了啦，被打了。哎、欸，为什么反？哎、欸，为什么繁星怎么死了？自杀、啊。繁星死了。自杀。你自杀、啊？我拿 TNT 啊。自杀这样就没有情侣了呢？是这样子吗？因为你跟巧克力是一对，不是吗？不是说要那个吗？哦，对啦，这样好像也是啊，要一对啊，对啊。啊喂！你看是要这样子啊。哦哦，这样子还是一样啦，我们还是一样。对啊，哦、是这样子啊，太好笑了。我理解没有错啊。你胜利，哈哈哈。吧。边界卡住了。这游戏、上去上去。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上去，你就在这了，就在这了。出现了，请你出现了。这游戏根本在政治联姻啊！真的。政治联姻，太夸张了。Yumi，你是不是吃醋了？
哎，你回去了，碎心了啦，碎心了。没有，我们要来公布那个，请问迪叔选择谁？我选爸爸。你还没选择呢、啊？对不起。没有吧？迪叔，你应该还没选择就死了吧？啊，对耶。对，他死了之后还可以选择，还可以选呢、啊，还可以选择、啊，还可以选。你死，你选的这样就会叫冥婚，你知道吗？冥婚。第一次选择爸爸，那请问爸爸选择了谁？我选小雨耶、欸。那真的选你了。我想说有一个人，如果就是开奖前说要选我，我不选他可能会很难过。结果他就是离我而去。你不想要，我觉得很难过。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红蓝出 CP 这种东西，猜 CP。切开都是黑的，我也是。那个马一选择谁？马一选择谁？我们爱啊啊！我来选团团啦，团团啊！你选团团啊！我在这里已经走了，跑太快了。你选择谁呢？欧巴，哦，我也选团团诶。你看团团团团团那么对。那喵他选谁？我没选诶、欸啊，你没选到。不是我因为我跟你不太熟，我觉得不管谁都不会选我，我就干脆不选了。直接放弃，直接放弃。我们想说开场有时候就后来就说可以打字或者干嘛、啊，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反正我跟繁星去选嘛。然后诺音如果跟团团去说，团团不可能能够告。拒绝的因为我刚刚我这话也想一下不对哦哎、欸、你看哦那个米菲跟吐司喵我跟诺音然后巧克力跟凡心哎、欸、我跟你讲这是我说的没有啦是我讲的啦我说哎、欸、诺音哎、欸、有诺音说要跟团团团你要不要回一下、啊、我说这样我们就一对一对了、欸、对啊这是政治太怪了，而且我想说，如果是诺音去跟团团告白，团团这不能拒绝啊！你怎么可以拒绝女孩子呢？好坏哦，坏臭了！小雨不是优衣，我们完全是一个吃的小雨。你知道刚刚就是，我们两队相遇的时候，想要奇怪为什么头上会有一人射箭矢，后来发现原来是小雨。是我啊，我在上面。我说他是不是生气了？没有那个迪叔说，哎、欸，他们把那个米菲用那个蜘蛛网粘起来，我说好，那我要在上面试他，我要打他。难怪有，我想是米菲自己在乱射，你知道吗？没有，在超高的地方。没有，我这一场的射，好不好？超惨哎、欸，我几乎都是开到不是箱子的东西，所以你在追杀我的时候，我手上一个武器都没有。你就在那边上上下下。我没武器啊，我就只有那根钓竿，你知道吗？哦天哪，超惨的。对，太好笑了，太难过了。而且我们一开始看到他们，然后就过去跟他们贴贴。贴贴，我们刚刚才开那个米菲都不动，我想说，哎、欸，手上有蜘蛛网、欸，哎，送他一下好了。哎、欸，很过分哎、欸，我还出不去哎、欸，我还然后还在，我还就是蜘蛛网，然后把他脚下打掉，然后补那个史莱姆方块。对，就是你用的，超晕哎、欸，我整个画面都在晃。啊，有啊，你最后聪明啊，你就飞天飞走就好了。啊、我最后才突然想到啊，我被小雨打醒了啊，小雨打一打我，跟我说我不应该选别人的，我被他打醒啊。你已经做出你的选择了，直接回头对那个吐司喵安心。对啊，太难过，太扯了。我们在想说，哇，这个吐司喵的这个最有可能失败啊，没想到，哎呀，直接安心成功了。哎，这一切都是。我就四连赢，我就怂恿他，我说你要看你要跟我同一队还是怎样啊？看你啊，对啊，超好笑。你看，我不听，我不要听，我不听，有理。反正你的也是吧？什么命中注定？对啊，我没办法选呢、欸。我还是可以点呢、欸，我是他是点哦，直接命中，他是打指令的、欸、哦，所以你们是直接点就可以了。我们点完，然后 enter 就可以了。对对对，我点数字按 enter 就可以了。我点下面的东西完全不能点，我只要点上面。他就是说你以命中注定之人是鬼的。对，真的假的？好笑。我就说啊，那时候巧克力不是也有讲吗？
对啊，就说命中注定、啊。我就说什么 enter 改什么，我没有哎、欸。他说没有，我以为是我们没有配对到，你知道吗？我以为是只有有出现的才配对到啊。一分钟后会配对啊。怪怪的。政治联姻就对了。我说要去找发发了。你的真爱了，发发。对你多好、啊，真的。有意。啊，爸爸，你怎么最后在体验动能？对啊，我想飞走就撞到墙壁了。他在被追啊，然后在捂着鼻子，我想飞走，很痛，我鼻子还在痛，好痛。我以为我很帅气的离开了，殊不知我没有，殊不知我说没有，他很帅气的离开人世。就是我飞超高，想在找你们啊，就看到哎、欸、波波，哎呀，欸、那边直接从边额头送你衣服，碰死了！哎、欸，巧克力可以把那个边界拉开吗？我现在才看到这里了，对啊，因为我就是看到这边，你知道吗？啊，你现在才看到这边的、哦，我们刚刚没有经过这里啊。面都是鼻屎、欸，你知道吗？鼻屎。鼻屎，哇！鼻屎团就算了，那重点是米菲跟我们第一次，我什么我什么说什么我们手里鼻屎，这只有哈基会用吗？有啊，那个屯屯跟那个哈基在这里，一生一世。鼻屎，去！哎，有，巧克力，我帮你把你的东西拿走了，太棒了。所以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好好奇、喔。那里面有巧的话，里面是那个罗盘，哦，对，罗盘，然后就是对方的名字这样。哦，好甜蜜哦。有人说是会指向对方的那个。哦，这么酷、喔，真的假的？这么酷、喔、我开场的时候。在这边，然后打开，然后看到，不行，这我没办法拿走，我的良心就受到谴责、啊。真的假的？就是有一个无良的人把它拿走，所以最后就受到谴责。哦，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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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爽！我来复制过去看看好了。哎呦呦呦，我这有复制到。但是反现在被偷，哦、我还在。哦、我说可可豆跟指南针。哦。是我拿你的油，就是有对方的代表物。哎、欸，你拿我的指南针应该是指向我。没有哎、欸，哎、欸，你动一下，你动一下。谁？没有啊？有这么强吗？没有啊？应该没有吧？没有、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啊、那我这个指南针是指要指到哪里去？指到别的游戏去嘞。我在飞越地图，还没那么厉害，还没那么厉害。太远了，我好像是指向那个哎、欸，指向你的雕像哎、欸。他们是说纸对，他们刚刚有讲为了平衡是纸雕像哦、啊，所以那是讲一半的，是不是？好酷耶！边界弄掉了，哎、欸，真的哎、欸，真的哎、欸，纸雕像哎，哎，真的、欸，好猛！所以我们就是跑到别边都还可以再回来，就是在这个的背后是镂空装哎、欸，镂空被扒了吗？镂空装，扒到吧？哎，性感啊！镂空，镂空。性感了吧？等一下，把它补起来。补什么？补肤色的吗？啊、要补肤色的吗？补色的。短头发也不行啊！短头发露肩了，露肩了。好美哦！这样子长得像松鼠哦。露肩。快起啊！快起！什么？变怪怪的啦！我没有，为什么我有四只手啦？你有四只手啊？哈哈哈就变某只虫了，那是变虫吧？你是阿奇，你是虫哎、欸？你是虫啊？干嘛？我还有翅膀是不是、啊？对了，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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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对了，对了啊！我觉得你这边看起来好好笑啊！不了不了，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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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子，你的手跟那个传奇，哎，直接咬痛了。好了，祝大家七夕快乐！没人，没人，尤伊，走开走开走开！反正也是露背装啊。休息休息，大家。你臀臀的乳背更夸张哎。对啊，然后他前面是开胸哎、欸。Sexy sexy， 好笑
好啦，今天怎么说？到了，状况好差哦！怎么了？我怎么了？前面几场就很差啊，后面就当奶妈，最后最后赢的也是很黑。感谢各位，好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等一下，看一下菜渣有没有开，有开的话，我想上去给你们看。哦，他没开欸。好的，好的，那我上线盖一下东西，然后盖龙源。你们要看吗？我一直还没盖。Hello， 龙源还打 LO 啦，应该其实剩下就是操场盖一盖，地整一整。那我要继续那边繁殖龙源。不会啦，看一下努有没有偷嘛。下播，真的假的？你们让我下播，等一下。我偷听隔壁。次月不要乱讲哦，次月。啊！我想说，诺英关台了。哦，睡啦。好，我们继续。你看这些东西，拿来，拿来，拿来。不知道啊、欸，想说如果诺英，可是隔空通话又怪怪的，玩不同游戏。哎、欸，我超怕诺英死掉的、欸，那个倒数第二场，就是他去踩到河豚跟蜘蛛，被蜘蛛咬的那一段，我很怕他死掉、欸。哎，我想说啊，他。好像真的都还没有体验到这游戏啊啊！又死掉了怎么办？我怎么跟诺伊那么好？我也觉得就是很突然啊！啊，他那个好也不是那种好，你知道吗？那种好可能也是那种就是小雨跟我平时互动的那种啊。他只是某个孽缘的一二三四。就突然一个某个孽缘被雷劈到什么的吧，然后就开始聊起来，就像我跟闪闪也是突然好起来的啊，我们可能彼此会知道啊，但是就是不熟啊，可能就是一个话题，我忘记那时候在聊什么话题，就突然跟诺英熟起来。好像森美没有。标题没改，好，等我一下。哦，哦，诺英关台了，哇，变，嗯，结束啦，来搞钻石口袋的东西，一分。嗯，剩哪只没养啊？这只养，我还没，
我在想，我这个干脆就用粉红色跟黄色，不然颜色太近，我怕种出来啊好被看到了。我想说，这个其实不用砍，直接回收也比较好。为什么要烧小的？因为怕占伺服器资源啊。不然我也想要全部就是养一个一片，然后一直狂养。哦，对啊，他关了，不知道。等一下，我们来请特别来宾。七夕了吗？今天是农历七月七号吗？不是吧？马西，哎，有没有游戏体验啊？我很怕你没体验呢、欸。哇，我还好。真的吗？我吧，等一下。啊，破马你的、啊、什么破马是这样？破马你试试。嗯，我说你不是还在开吗？对啊，我叫你陪我玩啊。你是想多说什么事情吗？怕被我卖掉吗？是不是？我要盖龙源的塔了，怕太无聊，很安静，抓一个来陪我聊。好啊，都可以啊。只是我现在没有开台，我知道啊，我比较少一点啊，你的话比较少一点，对啊，对，对，就是没事啦，我大概盖个不到一小时就休息吧，很累，玩月曲溪，虽然这个比较轻松啦，不然原本的旧的月曲溪，就是一场大概也都是一小时两小时这样。时间太紧绷，我知道，我看 UHC。对啊，时间太久，然后会把那个压得太紧绷。阿静每次玩月曲溪，眼睛都是不会眨。那我拼命吗？就认真玩啊，也不是说认真玩啊，就是就陪啊，对这个游戏就是要有这个游戏该做的事情啊。玩欢乐 UHC 搞得不欢乐，怎么叫欢乐？哦，当时会有欢乐场，就是因为也是算是我害的吧，因为我开局就是看到人就直接冲过去砍，然后导致大家陆续也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开始有欢乐赛这个东西，还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像开局送装备啊，开局拿什么东西啊这样子，所以都是我害的，抱歉抱歉，后续。耶、yeah. ！怎么在你的台看到一堆带花的？啊！好大声！播错歌了，播到平时剪片的歌。我刚刚跟他们讲啊，我刚超怕就是你不是在踩毒蜘，那被毒蜘蛛咬到，跟被河豚碰到那边，我超怕你死掉的、啊。没有，我那时候是我想说你跟土司喵走远了，我想说哦好，可以安全的到这个东西了。没想到你突然回头，我就很啊，我就大声的啊了一下。你有感受到我的紧张吗？我觉得你没感受到，没有，可能有。我感受到了。叫那么大声，还是我害你？欺负我，你好意思说？难姑姑哦，你是要养你是要养三千只是吗？没有三千只啦，加减玩一下，因为他们捞完之后就走回去啊。我想说在这边就直接盖一个，也比较快啊，你觉得吗？嗯，对啊。他们捞得到粉色以外的、喔、我都捞只捞得到粉红色的。粉色、咖啡色、黄色跟青色啊。白色吧。啊，这种不太像白色。
他是说青色啊，我也是念白色啊，念白色被观众讲，他维基上面是写白色 啊，可是就是青色哎、欸，白色，都一样，反正听得懂就好，但是你又听不懂，我就觉得啊，什么我听不懂？你有听懂？我有听懂啊！不。那怎么下播了？不是还有体力在玩吗？没有，因为要开会。基本上没有。今天应该说基本上巧克团的话，我玩完就会下啦。哦。嗯。因为刚好两个小时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两个小时就会被催下播。哇，你今天夸张哎！自己不下播怪我什么洗澡完怎么到家 我洗澡完都到家了啊，你怎么还在开自己不需要找个理由嘛啊，不要牵拖在我身上哦搞得好像是我害你不能下播下播让我笑冬瓜茶冬瓜茶，你弟弟，我以为今天不会跟你理会，可恶！OK， 我早上捞了那鱼捞的那么辛苦，为什么我看你一下子就捞到了？技术问题呀、啊！想说你早上为什么捞热带鱼给捞到快发疯，还想骂脏话？不可以耶，不可以耶！我可爱又善良耶。你有？安妮有？对呀、啊。哦，好爽！什么好爽，大哥？没有，我在擦那个插洞，嗯，哈，冬瓜茶，哦，他捞了带鱼捞到水也不是我的问题吧？还在问说鳕鱼可以吗？啊、就跟你讲说鳕，他们只吃桶装的热带鱼啊。还在那边问可以吗？不是，我就想说，因为他给我鳕鱼，我想说，鳕鱼可以吗？我记得繁星跟我说过只能热带鱼啊。然后还说什么鳕鱼可以共存？我说哈，谁讲的？那时候刚刚那时候我放下，你是不是没有看我画面？我就在剪片啊，啊你们剪片剪到一半的时候换 Q， 我说干嘛啦？剪个片也要一直该，兄弟呀、啊啊，就是在剪片哦、喔，不是，因为我那时候鱼放下去，然后那个龙源都没有攻击到，我说哦，鳕鱼可以共存哦、喔，呜，然后讲完这句话，他们就打架了。不能怪我吧，不是我的问题吧？为什么你要边缘你自己啊？边缘什么？你说盖在这么远的地方吗？对啊，因为主世界他们盖太多东西啦、啊，不是主世界啦，他们那个，他们这边盖太多东西了。我、哦、要重启，为什么？有人把那个打掉了吧？对啊，我身上没有啊。我突袭，你带突袭回来。哇哇！文晓打突袭喽！呼！我只是回来拿羊毛的啊！我是个手无
啊，为什么会有突袭？哎，干，怎么在这里？完了，我们家羊毛要被毁了。一个黑色方块，两个红色，一个，两个。你感觉没有要打突袭的意思、啊？我没有啊，现在很多东西都跟我无关。这个例如突袭，对啊，这种小事交给他们就好了。因为今天那一场就是你不是跟团团告白吗？告白啊，打那个小雨山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应该是巧克力指使你做的，然后我就更意识到说，他们那队还有土司喵欸，那个谁，米菲，你要不要配土司喵？他说为什么？我想选小雨，我说不是，你看哦，诺英选团团，我跟巧克力，那我们就是一对一对了嘛，那你要不要选一下土司喵？哦，对耶，就选他了。喵后来不是也有对那个米菲爱心吗？谁、欸？不是喵啊！不是喵跟就是跟米菲啊。对啊，他有对米菲爱心啊。对啊。你没有看到吗？没看到哎、欸，那时候被刷起来了吧？哦、因为那时候刚好空投。哦，因为有啊，米菲那个土司喵也有对米菲爱心。哦，没看到，想说哦，太懂了，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了。结果啊、哦，原来我是小丑。这个位置，位置，嗯啊，哦，诺英不要吵，诺英闭闭，啊，叫的跟女生一样，我没有叫啊，哦，这什么东西？还是一个眼睛好了。眼睛太大颗了吧？可是我今天看你那个材质包的眼睛很好看啊，我想就是跟着盖啊。你是说兔子的还是？龙源啊。龙源的。可是他眼睛要很宽。我觉得应该是你要盖。眼睛要宽一点。啊？我觉得你要盖完才能知道它好不好看。眼睛宽一点。我也是。不然这个是什么生物啊？小白，好啦，先盖完，吵死了。哦，你的审美我不懂。还没盖完盖哦。没有，我是说我觉得还好的东西，你觉得很丑啊，对不对？就很普通啊。你是要多绚丽啦，你干脆在上面加一堆花好了，加那个啦，樱花啦。还在那边说你的主场，我的主场，那是樱花树啊，我的主场啊。黑色羊毛烧掉啦，那潜下去了，然后回去，靠这个，我的滑鼠。我把拖了啦！我知道分享画面给你比较快。对，好。猫咪，你怎么跑过来了？你来这边吃鱼的吗？好，你来这边帮我。猫咪过来，这边有床。哦，僵尸哦，好啦，加点装饰。这样不好看。你不太喜欢刚刚的吗？对，刚刚比较。你的审美跟我真的是不行欸。你要想哦，你要这样很像，你知道这样很像什么？这样很像那个巴托。我荧幕分享，我荧幕分享，好啊，你是说那个、哦？对啊。不是你刚刚讲什么？盖好再说。我可是美术当当欸。当当。那你讲的呀？你最厉害，你讲。美术担当，当当，一样啦，你猜。笑、喔，下次不救你喽，让你被打死算了。笑点，笑点就很奇怪啊。繁星在盖兔子。啊，不是啊，
在盖兔子不是吗？不是啊，要不然你盖什么？龙园啊，这边养龙园，盖兔子干嘛？哦，我以为你在盖龙兔子。我是在盖龙园啊。哦，是哦。哦，是哦。那你偷我沙子？啊，等于落英哦，落英，落英。落英是谁？关若英。好丑哦，好丑哦！不是长这样，你要弯下来，你懂吗？要弯下来。不是，它有六角，你不要吵，你盖，你可以去盖，你可以去是不是盖一个？好丑哦，怎么盖的？真的有弯下来啦！哦，我开我伺服器材质包，来来来来。我捞一只嘛，我捞一只起来嘛。直接赶哦，根本没有弯啊。我怕你有啦。你截图，你截图什么啦？你截图，你截图，你截图。我先睡，我先睡，我先睡，自己。你先盖，你先盖，盖完再吵。这样有差吗？加宽而已，有差吗？你闭闭。杠吧，你在不在？救命啊！杠吧去D台了，他去别人台。我觉得有好很多啊，然后就看他计时不计的，等一下哦，啊不行，他是1.7.1，骗啊！啊，龙源怎么那么难搞啊？等一下，等一下，杠拔在别台抖了快5000块，所以他不爱你了。正常啊，男生都这样嘛。啊哈，你这男生都是这样子。你也是啊，你也男生呢。1、2、1、2、3，哦，直接看这个盖就好了啊。那我感觉我这个要更宽呢。好可爱哦，它在动哎。你要是材质包吗？它会动啊，对啊，要。那你去看我一个影片，应该是上礼拜贴的。待会再。我晚点贴给你。好啊。啊，所以我不能啊，不能盖奇数哎。玻璃片会掉哦。嗯，你要用那个啊，丝绸。哦。哦，傻啦，我在教你耶。我说哦，哦，懂了，理解，怎样？哦，是哦，会掉耶。要放这个位置哦。好啦，这样正常多了啦，开始盖。菜渣登录了。哎、欸，笑。1、2、1、2。啊，可是感觉用玻璃砖呢、欸，它片盖起来怪怪的。
梨酸呢、啊？搞啥呢？我在打突袭啊。你不是说你不打？他们在打突袭，我有说我在打突袭哦。哦，我听成你在打突袭嘛。你老人家耳朵。怎样？你先追我老人家。我说对啊，我是啊。怎么了吗？怎么了吗？哦，然后今天在跟米菲玩的时候啊，我在学一个声音给他听。你知道巧克白吧？我知道啊。然后那时候就是在聊那个巧克白口头禅。嗯。然后说，巧克白口头禅当时是居然，对不对？然后那时候就在看那个什么龙源呐，他什么东西，我就学。他说啊，巧克力这样子。这样像吗？嗯。那再来就是，后来我就说，那团长就说，可是他后面的口头禅，看你俩怎么丑。后面口头禅就变成居然，我就这样学啊，居然这样子，然后米菲就是狂笑，哇，你没听过、喔？我说你没听过，我学过，啊，好丑、喔！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一二。哦，你审美很奇怪，你很喜欢这种哦、喔，因为其实他脸很宽很长，所以我如果真的要照他的话，我要加宽加长。那这样就好啦。啊？啊？就是脸这样就好了，你继续挂，你继续盖。挂。盖。这样啊？啊，可是下面的话放这边了，哎、欸，不然它玻璃片会粘在一起啊。你看我，你往后一点。你说会看正面吗？对，你往后一点，我看一下。对不对？好像这太高了。对不对？有一点。我知道是哪边怪，可是那边这样就要用玻璃片、玻璃砖了哎。等一下啊！靠腰干嘛？好，等你。有人在 po 我的影片，然后再等一下。没有只盖三片的话，这个会变很尖呐、啊。哦，我懂意思了啦。我就是太要求，想盖太好看了，这样就好了。这样吧，可能是这个意思吧，不然。那个怎么短短的？还没啦，还没啦。啊！你对短很敏感呢、欸。什么？我只是跟你讲，它怎么短短的。短短的，讲话怎么有点呆？呆，我、哦、这样可爱多了。其实，在晚上我真的看不出玻璃片什么成。有味道是。不行，我刚刚上线看到，虽然怪怪的，不过还是很可爱。对，感谢小黑，感谢啊小静，大家在直播，我知道啊。刚刚就是先看他有没有在直播啊。这里吧。带花的了。带花的，他们这边的那个规定有点奇怪，我先跟你讲一下哦，不能打等于，然后 W 不能打三次。不是因为打三次，我们后台要再重新那个啊，因为就是说，你 W 打太多的话，我们还是要人工审核过去，所以你 W 打太多的话，正常人会看不到，只有扳手以上才看得到，你懂吗？
我个人是觉得还好。不是啦，是审核啦。我知道啊，我就放着让他走啊。好吧。就是你自己活该打那么多，没被看到，那也是你的问题啊，不是吗？啊，这就是你有没有在顾观众啊？你看你那天棉花糖说什么？诺英都会顾观众哎，顾去哪里了？我有顾啊。你看，你说管他去死，你讲出这句话哎，你顾什么？不是那个叫做屁孩观众，以及我家。本身的观众，我顾的是我家本身的观众，而不是屁孩观众。屁孩观众，我连嘴都会嘴了，你觉得会？那我家的观众就会来遵守我家的台规啊。他其实等于我也是觉得还好，但是我有个干爹，他就是不喜欢等于。所以我才说每一个台没有每一台的规定，我才跟他讲啊，你怎样？对啊，所以我去你的台怕乱打字什么，就是挂着台而已啊。啊，你每次把我 Q 出来就咬耳出来在追你了，那还好我有扳手，不然他们想扁我。他们在不会吧？等一下我扳手有在你这边吗？彤彤在吗？赤月在啊，赤月在啊，赤月在。我也不喜欢等于，可是你真的让我打出等于，就代表我真的很无言，很无言，对不对？你真的让我打出等于，就哦打打。你真的让我打出等等，就是代表说哇，你可能真的雷到我了。对啊。对啊，我知道啊。像你今天在挖，哭啊，哎。他其实可以匿名哎、欸。这就是活该了，你这就是活该了，港，你这就是活该了哦。为什么他被为什么被 ban 啊？机器人 ban 了是不是？对啊。那种机器人ban他，因为他打等于，没有打等于不会被ban，机器人不会ban等于吧？会吧？我从来没看到机器人，有时候机器人就ban的都很奇怪啊。每次我们都自动，我们都手动，应该我们都手动，不会用机器人。康康，你就这样被 ban 啦？有人设定不知道是谁，我不会设定那种东西啊，所以一定不是我。他被 ban 五秒。我是好人，你看为什么我要脱离现实？你看这些设施，都是卡，通通都是卡，懂吗？这些都是吃资源的东西，所以我怕就是每次跑一跑，画面就是一卡一卡的，就先。先躲在远方慢慢玩。除了这里不欢迎我，我走。没有，你想太多了。刚刚，你捐4500哈，我有看到哈，4500哈，啊，4500哈，就看你下个月怎么养我。杠杠4500、哦、我就看你下个月怎么养我。这个真的4500隔壁台、啊、这个其实我都烧掉，太丑了，都一样，都叫 you damn damn give me 杠杠好不好？怎么我那边人少？哎、欸，拜托，他这边聊天是不会动的。怎么不会动？他们都很专心在看我在干什么，好吗？对啊，所以我才说聊天室还比较不会动。可是我们那边是杂谈闲聊台。没有啊，我开始要聊天的台也很乱啊，你知道吗？啊，你不知道，你根本没有在关心哦。江江，好，对不起。杠杠，你看。他凶我，我没有讲话了吗？等一下，玻璃啊！可是我讲真的，我聊天室真的很乱，你不能这样讲哎、欸，伯任，你不能这样讲，我聊天室真的很乱，你可以问彤彤他们。人多的时候，我100多人，每如果基本上有。20个人都在讲话，我有看后台统计后台数量，就是后台的那个
那个啥鬼来着？就是十秒钟有几个人在讲话？对啊，对啊，所以你也不能说哦，你哦，我这边人少，然后你，然后就聊天室就不会乱，没有，其实超乱。快好了，快好了，快好了，至少目前都还乖，对啊。有啦，前阵子刚刚那时候不是被困在中介的时候，那时候屁还一大堆。那时候你观看不是很高吗？很高啊，就是吸引到一大堆屁孩啊。最崩溃的是狼人杀系，我还好哎、欸，反正我的条件是一直都很乱，所以狼人杀系也很乱。最崩溃哦，你那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当人鱼的时候，哦、唱歌很专业。不小心按到技能，还是慢慢偷偷在旁边慢慢唱。我不小心按到了，我不小心按到了，还是什么的。我想说，你们大家在讲、欸、在讲话，在聊，不好意思吵。对，就把自己小小声，反正也不会按到，不是真的有鬼。你尾巴可以再多加一个吗？这不是尾巴啊，这是背而已啦。你再可以再多加一个吗？你说这边再一个是不是？这很奇怪。你才奇怪，恐龙。你才奇怪，哎、欸，可爱啊，可爱，不觉得可爱吗？我的天啊，到底是你会画画还是我会画画？那你教我画画好了。拜托教我画画，真的不会画画。哪有？真的啊。你看刚刚画的多么好看啊！放在右左下角放那么久，怎么会是杠杠？我头好痛。黑色羊毛，不掉。我之后想在这边盖一个很大的蜜蜂当家，就长方形的啊，没有就是蜜蜂，就蜜蜂啊。啊，之前不是有人盖个狐狸也是当家，狐狸在睡觉的样子当成一个家。然后他就是，我就是想要盖一个长方形的嘛，很像后柜屋，但是是一只蜜蜂，在这边。可以呀，可以呀。好啦，下次诺伊要不要带繁星的耳朵？不要，哎、哦，他不会借我。什么耳朵？会借我他的耳朵，兔耳朵。什么意思？你穿铁质鞋子啊，在头上。没有啦，我不用跟你们讲，你们期待一下二皮，我第二张皮，你们自己期待一下会有兽耳哦，兽耳哦是什么动物？哦，我知道哦，他有给我看过哦，是什么动物呢？你们一定猜不到，他们一定猜不到猪耳朵。哎、欸，嘿、欸、啊，我讲出来了，哎，对不起，都不能讲对不对？还有猪尾巴，猪头猪脑猪，珍珠尾巴，没有油桐花啦，油桐花是谁啦？长大了哎、欸，请问那个小小的那个洞，然后你都把那个小只的丢在里面，对啊，这样就不用砍它了，对不起。请问那是刘胜哲的吗？我是胜哲，我刘胜哲没有，他就是小，小只丢这边。哦，如果你要这边盖的话，我也是建议盖这个啦。就是这个不用打，你就这样子捞起来，有很方便啊。你好残忍，他们死得很不痛，他们瞬间死掉的。你好残忍哦！哦，繁星哦，拜托，谁敢这样对兔子，我就这样对他。猪耳朵听起来好香哦，饿了，完了，完了。那、啊、所以你找到，哎、回来，找到，你找到那个了吗？蚂蚁的由来，不吃咸酥鸡呀、啊？
好像是咸酥鸡，因为那个位置是我昨天放咸酥鸡的位置。对啊，其实咸酥鸡它炸的那个壳，虽然人家说没营养、没养分，可是蚂蚁还是真的会去搬啊。像饼干也会啊。对啊，它反而不理旁边的，它反而不理旁边的那个冬瓜茶。哈？它不理旁边的冬瓜茶，然后去、那個。那我 calling。真的，我想说，我冬瓜茶放这里，然后没有蚂蚁，然后那边那个放什么来着？你知道为什么吗？哎、欸，为啥？你不是说因为你太甜吗？对啊，我太甜。好恐怖的、欸。你看，刚刚那是猪在打嗝的声音。不要再油桐花了，谁在油桐花把你砍掉？油桐花、啊，又怎么了？太饿了，我要走了，哎，我就不说了啦，哪一个人都哦。我要听自己讲的哦，又不是我来撩他。讲什么？你生蚂蚁啊！我不是在你聊天室打说，哦，好期待你被蚂蚁搬走。哎、欸，再去捞！还、啊、我看什么？代表这冬瓜茶不纯，它的甜不是糖哦。因为那个冬瓜茶，啊，算了，我讲出来，你们又觉得我很恶心。你吐口水进去啊、哦？不是好吧？哦，那还好啊，不然是什么恶心？加了油。你们觉得我恶心？没有，我那个冬瓜茶在冰箱冰了大概两天吧。现做的吗？我不太清楚哎、欸。然后我昨天把它喝掉。嗯。没有酸酸的味道，没有过期，没有过期。你怎么会捞不到？你怎么会捞不到？啊，我就捞不到，太黑了。我真的觉得是我麦块有问题，对不对？是不是？海绵宝宝，在很多地方，哎呀，在很多地方我都看不太到。那我教你啊，我现在会这么亮，是因为我有夜视效果啊。啊，这个夜视效果是海灵核心给的。嗯。你看这个啊，海灵祝福，还有给你水下呼吸跟夜视效果。所以我在水底下，其实你看我的氧气不会扣。嗯，我知道。啊，对啊，所以我会看得见，也是因为这样子啊。你而且为什么你会那么黑啊？我看你游戏真的是很亮啊。因为我你说我看还是我游戏？因为你说很黑啊，可是我们那时候不是叫你站着玩吗？而且你那时候在跑酷的时候叫你站起来玩，真的有点亮、欸。是我不知道哎、欸，是我眼睛有问题吗？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黑啊。你才是老人。可是我看你们玩，我就觉得还好啊。可是我自己玩的时候就觉得很黑啊。啊？真的，真的。我没有怀疑啊，我只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哎呀，白痴哦、喔，白痴哦、喔，连点要重新喂一次。右键要换，不是右键要换了、喔，滑鼠。讲到现在我还没去买，好，等一下下去拆那个我的哑铃，不是把椅子还没拆哦，我的椅子组起来了，哑铃还没。哎，他很强哎，他是卡在岩浆上面告示牌那一格，我想说怎么办，挥下去他们也下不去，挥下去他们也抱起来跳起来，又发现不小心按到右键把水捞走，他们就死光了。然后会点头。就很恶心，这句好可爱哦、喔。他们等下就死了。哦、oh, ，好可怜哦、啊。好可怜，没办法、啊，这边我也在想要不要再批一个地，然后专门养这些，就是繁殖快一点嘛，用那个数量取胜，就不要这样慢慢一笼一笼的养喂。对嘛？对啊，我在想，啊，都在想。先这样，准备关台。
我觉得炸猪皮就是炸猪油好好吃哦。你说猪油拌饭那一种？哦，你说猪皮的那个吗？很像鸡皮吗？不是哦。炸猪油花，你知道猪油花吗？嘿，然后嘞？就是它其实是猪，它是猪油，就是猪身上的油，然后炸出来的。嗯。那个好好吃哦，就很香。很香。炸猪油好吃，对呀、啊，炸猪油好吃。再开个地啦，小猪也很可爱，他们会长大啊，懂吗？那这样子，我要再放个压力板跟发射器吧。猪油花，等你们好好讲话哦。哎、欸，猪油花好哎、欸。好好讲话，哎、欸，乌龟，猪油花，怎么了？李友辉，还好吧？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欸，哎，我也是吃不胖，好好、喔，你也吃不胖，你在那边好，我就是、所以我在努力在增肌肉啊，在长壮啊，哎、欸，真的有用、欸。我健身后，因为我之前都吃不胖啊，体重就是50到55在那个啊，幅度在跑啊。啊，开始健身后，哦、现在快到60啊、嗯。你打哈欠跟你声音真的差很多哎、欸。你才、嗯，我现在是休息状态。你每次这样，哪有你开台的？嗯。真的啊。班长会叫史瑞克打开门打哈欠。对不对？刚刚，起床开台，他你明天有要开吗？我明天应该会开啊。哦，好。你们，我早点，我已经在休息了，你没有感觉到吗？嗯，我只是，我已经在休息了。哎、欸，我回来干嘛、啊，诺英？啊？我回来干什么？羊毛吗？不是。那我不知道。没躺在床上都不算休息，没有啊。我回来干嘛？我回来要干嘛？我不知道。我回来要干嘛？你的遗物吗？我偷穿，我要解成就。那你打哈欠跟经纪人很像。耶、yeah, ，我。因为不是你，我是说彤彤，他在你的聊天室。因为经纪人他是尾音嘛，然后他打哈欠的时候是女音啊，你打哈欠的时候也是女音啊。说他们，那你会尾音吗？彤彤啊，彤彤会女音啊，不，彤彤打哈欠很女音啊。钟乳石，你会用吗？这样子的，不会。但他们叫我盖全自动，可是我很懒，我喜欢看那个连在一起，对吧、啊？你跟巧克力蛋，拜拜。开掉了，今天喝了冬瓜才有荤桂的味道，哎，我好想吃荤桂。我是老人家，我有时候觉得我很像老人家，我连唱个歌都很老，我是老人家。啊，发生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是啦。我说这一块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是被藏起来的吗？是苦力怕啊，在这里啦。我觉得太丑了。
可以改个哦，看得好痛，还挖得好好的，被补成这样子，你懂那感觉吗？嗯嗯，你说你自己用的东西做得好好的，然后被人家补起来的感觉吗？对呀、啊，我要干嘛？你用椅子？岩浆桶不是啊，发射器啦，我要做那个。啊，没事没事，我大概理解这边的那个规则，所以有时候看到还是会看到没有人在的时候，我还是会拜拜 ，see you again。一定拆家房啊！好，继续做弓箭。嗯，撑一下，可以休息了。没红石了，哇，我们红石多的是嘞。不是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看影片在学红石，然后用量会比较大。那这个啊，对啊，半自动炸骨粉机。颜料，对啊，他要染料啊。啊，我刚刚讲说这些东西，你就直接手动撒骨粉就好了。因为其实这个在跑的时候也是会卡，他吃不起资源。你要两格高的话，撒骨粉就好了。像这个，我知道啊。对啊，啊，更何况这个东西有铁人塔，红色染料也不缺啊。好多全自动的，对啊，其实比较有功能的是我盖的啦，还一些以前盖过觉得没有用的，觉得还是用手动打的会比较好的就没有盖。再来是压力板，有热水桶，水桶那个桶，因为1:15之后的铁人塔就是很方便啊，16。会有哎、欸，我那因看到红石应该蛮头痛的，还好我觉得红石一点点点点就那么一点，你的戒符盒就不要忘记收回哈。没有，因为我还没有要离开啊。我的戒符盒呢？哭哦，还没打过、啊。我的戒符盒，那你回来干嘛？嗯，做发射器啊，啊这边快满了，帮忙弄一下。很想哭啊！啊，胡子回来了，交给他了。好了，我去干我的事了。我跟他见面，可以把他头上的花拔掉吗？有什么问题？不好意思，嗯，不行。
哦哦，应该不行哦，不行。我的花花，我的花花是本体耶。对啊，把你拔掉啊，种在别的盆栽上面了。赞哦！怎么想都很兴奋哦。好痛！我觉得我被霸凌了。不会啦。你是诺英耶。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打诺英都会打成虐英耶。你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不知道啊。根本是打你的名字的时候打要打哎诺英的时候打成虐英。我靠太虐了吧。好了。我没别的意思。那这边明就很会生。现在跟胡子我们在聊那个。那个他想盖很他因为我们现在缺荧光墨囊。然后原本这边会生荧光墨鱼这里。他就完全都不生了。那是因为没有石头。你放一颗石头啊。你好聪明。去哪我好聪明哦。对啊。今天才教你的自己都忘了。发现没有石头。哎呀。我的台比繁星台自由多了。你的台？对啊，有人说到我台会不会被 ban， 我应该是不会，我没有机器人。有什么是跟扳手沟通不了的问题？对吧，彤彤？对吧，志远？对啊，我台还好，我台随性啊，因为我就。聊天台啊，嘿嘿，我们台可以骂脏话，对啊，没办法、啊，就是要管控啊，品质保证啊，什么？还好啦，我不是什么优质台啊，所以啊，不一样啊，这个东西从我们以前就在开始培养的东西啊，应该会死的。啊、你看，我看你画面完全是黑的啊！我看得到啊，我看不到啊。什么有东西吗？我看一下。啊、我看啥都看不到啊！我啥都看不到，是我瞎了是吗？瞎了、啊。你真的看得到？有啦。来，我给你介绍哦。嗯。这个叫做石头。哈，这个叫做安山岩，它就是沙子、泥土、石头。聊天室应该也看得到吧？这是安山岩啊，看不到啊！我真的觉得是你的荧幕的那个亮度有问题。我等一下哦，很清楚。我来，我调，我现在调。好，你调，调好平衡。荧幕亮度。这边是封印的哦。没忘记要做。啊，都说看得到很清楚啊，就你。啊？哎、欸？真的、哦？你是在哈啥会？对啊，你别太亮哦啊！你万一你玩其他游戏太亮，你会很痛苦。你再一次，你再一次，你再去一次。好啊。有吗？现在还是很暗的吗？这个是石头。哎呀。好，石头。有哈、哦。我要调到70。那是安山。安山岩。有了吗？现在看得到了吗？哦，现在看得到了。好啊，你晚点再去你的伺服器玩看。
很亮，那现在太亮了、哦。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在调我的荧幕亮度。哦。OK。录音台可以用 S7 洗版。不要吵。我也可以啊，只是没人要而已啊。因为我跟他的台的性质不一样、啊，每一台都有每一台不一样的特色亮点。对啊，像他来我的台就觉得很无聊啊，聊天室都不会跑啊。啊，可是他们就是很认真在看台啊，都没有空打字啊。我现在看白色的地方好亮，是我眼睛问题吗？怎么了？你瞎了哦？SC 就是 Super Chat， 就是你左下角，左下角右左聊天室的左下角的东西。哦，对啊，简单来讲是尬广啊。懂啊？有些尬广啊。哎呦 ，OK。怎么了？你再去一次可以吗？拜托。我不用去家里呀、啊，我这边随便跑都可以啊。没有，我是说，你要去哪里？那个石头。老鼠。我看不到的那里。你看不到的那里，你看不到东西很多哎、欸。例如。你自己的长相。我来了。石头。因为那边有那个啦，海灵核心在，所以那边太黑的话会自动帮我点亮。另外一台可以看台主和观众吵架，头好痛。我也会啊，我会把观众嘴到哭哎、欸。你很过分，他也会把我嘴到。你有哭哦、喔？你，哇靠，那是杠拔在做的吧？他是用钱让你哭哎、欸，给你钱你快哭，这样子有吗？黑的、白的，我操，这个石头又看不到了，你好烦哦、喔！ Okay. 你要不要先拍照下来？拍照下来就可以了、啊，你先截图下来。好了，有了，好了，太好了。好了，我不知道我荧幕亮度会一直改，我在想是我电脑问题还是怎样。啊，要下雨了，那快要下雨。I'm a chef。不对，只是晚上而已。我接下来用啥？明天应该是用烈焰神吧？有人把烈焰感全部分解成那个烈焰粉，应该豆腐啦，因为他是说那什么烟火效果是爆炸散开的那一种，但他没有想到说烈焰感还有他该用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物资怎么说？就是我的习惯，就是不会像你因素好了，我也不会全部变成染料啊，我会至少留一两朵。就它全部弄掉了，哦，我就觉得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没有到五万，你要想哦，他每天都在30元、30块，请问你是精灵游侠吗？哎、欸，你有钱你还哭啊？请问你可以表演史瑞克开门吗？开门打哈欠，你要好好说。你会吗？要不要教你？哦，男生棉袄服，再不睡啊，再不睡啊！我不怕他。看看有没有机会成诺英的伴手，他要的话我会给啊，但是他不要啊。谁？刚刚什么？刚刚有没有机会成伴手？
哦，等一下哦，这样子，好，老鼠，所以是精灵，我不是精灵药学。你好像很排斥精灵游侠哦，让我玩精灵游侠之前，我靠，吓到我了，你吓到我了啦！现在倒出第一台，我也不太想给他，他现在不在，所以我现在可以追。但 Holo 好像也是这样子做的，就是有水源他们不会渴死，然后要喂的时候再这样子开始喂。哦吼，好，我们去找东西补起来。老鼠，因为 A 配拿弓，所以之后都被叫做精灵游侠，有这件事吗？你吗？我 A 配有拿弓过吗？对啊，我以为是因为什么你的啊？对啦，你看猫咪在这边，叶妹就不会下来了。猫咪怕叶妹，怕猫咪啊？猫咪怕叶妹，猫咪叶妹怕猫咪。好，明天想把 Bobo 那一段剪出来，超好笑的一段。等一下，我看到有人变灰掉了。谁？回答。达达怎么灰掉了？换明天盖 Switch 啊。那边有地板。这个城市塔，那时候挂你台都在打这个啊，打三叉戟在这啊。哒哒哒哒哒，你会弹舌吗？这个。干你娘！为什么不会？很脏话。我已经是，我现在没有开台，等一下，我现在没有开台，他没开台不算脏话哦，各位，这不算哦。开台不没有开台不算吧？我不知道哦。不算吧？你们没有说算啊？我说下播 OK 啊。我刚刚要讲什么？我忘了啦。弹舌，你学很久还是什么？对，我学了很久。这个我一小时候就会了，因为那时候我家有养鸽子。嗯。然后鸽子的叫声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就是这样子学会弹舌的、啊。就是它有一点歌跟了，就是你念歌的时候，你的舌头在哪个位置？歌。对，我舌头在底下割。对，那你在讲对，割跟那你就把舌头不是顶到那个嘴口腔的上面吗？你就什么割？啊，好难哦。不是日，是割，日没有用。你的舌尖不能往，你是要舌苔那个舌苔吗？就是要碰到顶。凡凡怎么学会啊？什么声音？啥？我看他小。我好像喜憨儿。不会啊，不然晚点再教你、啊。我现在先盖我。
为了维持别人台的素养。哎、欸，讲到像我的台没有素养一样。那是风格不同款。雷雨哎、欸，今天不是也有雷雨吗？你有听到吗？我这淡水没有。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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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哦哦，我的耳朵哭啊！哦皮头皮，我头皮发麻。为什么？你怎么了？你刚刚那边有有一个。哦，对不起，那个我家人在关窗户。哇啊啊啊！先生在养了吗？我没有办法接受尖锐的声音，耳朵不就是有关耳朵的东西，耳朵、哦、耳朵吹气你也不行，我不行。然后就是听 ASMR 那种人生的悄悄话、啊，或者是人生的什么，我都不行。食物可以接受，可是人生我不行。就是人生的小小声，然后在你耳边说，在你耳边轻轻诉说的那种，我不行。哦，你说可能麦克风调很近，然后跟你讲话那种。对 ，no 那。那我要开始喽。No，you no。你是说我 no 还是我没办法？啊？没事，对不起。好苦力怕了，有哎、欸，咻！拖号机那种尖锐的，我觉得还好。那是嘶吼啊，那不是尖锐。就是那种，我觉得还好。尖锐吗？尖锐，例如我自己的叫声吧。有哎、欸，得到了。例如我自己的叫声，哦，大一下真的是扣很多哎、欸。我有 ASMR 企划吗？我吗？啊？我吗？耳聋咆哮哎、欸，他呢？想一想哎、欸，你们，我没有双声道，我没有双声道麦克风啊。想一下呢。我没有算是到麦克风啊，耳聋咆哮呢，再讲一次。什么意思？操你娘呢？指甲刮哦，不行哦，想到就没送，想到就不爽快。我会听到那种声音，我会想要一直磨牙，就全身会。突然很像跟高凌风一样，然后可以开始讲到磨牙，玩出事了。一颗魔气球的声音还好，一颗像是红色魔气球倒真的还好。叉子刮条哦，那个我也不行。哦，对啊，我牙齿好酸啊。你要救他们吗？我要怎么叫？开始募资，猎财哦。应该不，我应该不会做 ASMR 企划吧？除非我有那个双声道麦克风。但是，可是那个东西你要在非常安静的地方耶。对啊，你觉得我会安静吗？这是重点。对啊，就他会安静吗？你说我要这种控制感耶。哇，没水，把你把他杀了。宝丽龙也还好，宝丽龙跟气球还好。啊，大哥。大哥。
我 ASMR 企划，明年吧，明年吧。魔鬼毡，魔鬼毡，我觉得那个声音很舒压哎，滋滋滋那种。你再学一次。我不要。滋滋。我不要。你再学像一点啊。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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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剪精华，不要再给他剪精华，他今天早上那个还不够吗？嗯，我本来想加字幕的，你知不知道？就是你的字就是一个嗯啊，特好加。对呀。哎呀，起床气很严重，突然我有起床气啊。你？我有啊。我很严重，我有啊。你有？就叫我起来会很辛苦。真的假的？我看你没有看见过你生气耶。因为我这两年收敛很多啊。你可以问我以前的老观众，我以前脾气有够差的。玩游戏是最容易走心的那一种，可能打输了，或是你明明打得赢，很好，巧克力残血好了，那结果你还打输他，我可能就会在那个一些实况上爆气，像这种，啊之后我就觉得就开始慢慢改自己个性嘛，然后才会让你们觉得说什么，啊你就 M 啊，你就什么，我就想说啊算了，不跟你们计较啊，越讲你们越开心。你就 N 啊，你就 N 啊，你看，然后就这样子，就喜欢一直讲，然后喜欢一直掉。你们家诺诺改不了，没有，他年纪还小，他还有改变的空间。啊，白痴哦，刷这个就生气。你说什么？我聊天是史莱姆，你是这样想？我知道是兔子，我知道是兔子包子啊。啊是就是我觉得它很像史莱姆。你个头拉屎！啊，丢掉。好了，可以再回去了。赶路用。咻！还跟你八千岁，但还好好讲话。你再讲试试看。欸、他有扳手、哦、你们自己想一下哦，他还是可以ban人的哦。那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年龄，这个世界我十八，十八千，十八，不行，你要维持另外一个世界的。不要，没有唱的歌都很老。你看长大了哎。长大就不可爱了，不啦，就掉，放，那有水跟没有水是有什么差吗？嗯，就是我要养有。他们没水会干死啊。哦。对、啊。然后他们如果没有水的话。欸我怎么做地毯，身上有剪刀吗？我记得我有、啊。等一下哦。哦我的剪刀嘞。我在这里对不起。有人骂我。不会啊。
等一下，无限水源是不是？好了。剪羊毛，剪羊毛，有羊啊，有了。黑色的。啊？烂花鼠。老鼠。烂花鼠。这样好了，快就不会进来了。来到三，在这里可以打诺影本名吗？可以啊，就会被ban啊。哭啊，哭啊！打太长了，会被视为是垃圾讯息。所以他的 ID 是垃圾，因为大家看啊。反正你们等一下扳手，我的扳手有看到什么？天真可爱那个开头的，欸，那个先饶过他，杠杠版的吧，欸，我想一下，要杠杠版的啊，好呀，废，真废，白色，我觉得白色很可爱，我就看你何时升到一只蓝的。那，啊，如果升到嘞，你要怎么样？讲啊！我刚刚我都不敢讲，讲啊，我刚刚也没有讲话，我没有要讲话，但是我想了想，好像不太对。你讲啊！对啊，我的全名，老G知道我的全名啊。对啊。我很害羞啦。就是车见车爆胎的那个啊！你过分了，老G过分了。你干嘛不这样子啊？不记得，你为什么放那个？来修，放什么？来修，羊毛地毯。我有放啊，怎么了？你要放哪里？跳过去就好了啊。你说栅栏上面放？对啊。是孔安哦，这样不是更快？我就看那只，等下怎么。你是说这个吗？这样子哦，啊，请问我这样子再这样跳不更累？还好吧。哎呀，然后羊毛地毯是我无意间发现，那时候在 1.7 版本的时候 ，1.6 啦 ，1.6 版本的时候就发现可以这样子用。你说羊毛地毯，然后放栅栏，对啊，真的吗？真的啊？你说羊毛地毯怎样？就是怪不会进来啊。真的啊？你要赌多少？你看哦、喔，看好哦、喔。一杯饮料。好啊，那我赢定了。我那我点便宜一点好了，珍珠奶茶酒，好要、喔。等一下，我先解决这两只，这一只，这一隻。那你这样看得到叶妹吗？看得到，那就好了、啊。也没看到。好了，是了。另外讲铁栅栏，他们也会视作看那个方块。行。铁栅栏。对啊。铁栅栏我知道，铁栅栏我放过刚刚的家门口。铁栅栏跟铁轨都死，他们都不会穿过。我射不到、哦，完的，
然后哎、欸，你怎么可以打我脸？再次，再次。嗯，什么方块没有？为什么？好，我请你喝饮料了。完蛋了，我怎么记得不是啊？啊，白痴哦、喔，我知道什么东西了啦，是，是那个啦，那叫啥？好可爱，什麼好可爱，对，要下面要放线啦，白痴哦、喔，就是我那时候安德塔是下面放线，上面放地毯。然后、yeah. 对吧、啊、因为线的话怪物就是觉得那是 空气方块啊。什么是线？蜘蛛线啊。哦、什么是线？有没有？你是不是累了都要让你走了？不是什么线，我在想是什么线。我等一下还要上我的麦克诶。你说要上。我要带东西啦、啊。嗯。家猫咪怎么站起来了？哎、欸，那你很高级呀、啊。我家猫咪是不是少了一个？你不是八只吧？我记得。五六七七只。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八只。好了，诺英可以休息了。感谢你。Yeah. 那你什么时候下播？下播？要了啊，快十二点了哎、欸，还没十二点啊。等诺英洗澡完好了。啊呀！啊屁呀、啊！想要洗澡你 ？No！不要，不要学我，害羞，羞羞脸。哎呦喂、啊！我光遇了，所以我要下播了。我的司机在等我了。拜拜。啊，就这样，明天，明天不会开。啊，明天白天看呐、啊，如果很凉的话再开。如果12点、11点还在那么高温的话，我就不开了，太热了。就这样啊，各位晚安喽，拜拜，拜拜。哦、对啊，我早上为了想说干责任这么重大，跟我洗澡有关，我就洗很快。说拜拜。谁啊？说拜拜了。拜拜。